Hello， 好，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开始吧。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张诺亚，也是我们在座很多人的偶像。那个，首先我先感谢一下借我们这个场地的 MIT School， 然后呢还要特别感谢我们老廖，因为没有他的介绍，我们也没有办法认识到这位偶像，来邀请他来过来给我们做这个今天的 talk。学生，站一下吧，我要站起来给大家举手人数。我是名人呢，是他走 ACT， 这也是83天，也是偶像，就是也是。不是的，我大概是也说，就是我86年也说去走 PCT， 然后也说就是走之前的话也说，我也请张也想张德亚请教了一下，所以也说在走之前他跟我去拍照。2016年，哇，30年前啊，人家还没那么大了，然后也是我走之前的话，也是去请教一下那个张诺亚，所以在我走前大概可能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吧，所以我带张诺亚去爬了一趟那个曼陀路。张诺亚也是以前从来没有爬过去雪山的，我问他你要爬哪座山，他第一个跳下去曼陀路，也说就是哇。所以说还挺不简单。然后我走的 Paradise 是吧？ Paradise 就爬顶上去的。上面、对，上面，对一个月，对。然后也说我以前也可能比张德亚也是比较像运动健将一样，是吧？我看他以后我也挺惊讶的，是吧？就像一个邻家小妹一样，然后也是独自走完 PCT， 是不是啊？我想我应该也没问题吧，所以说就是厉害。所以说我就86年我也就2016年我也就也说也就走完了。因为我在英特尔工作吧，因为我最多只有3个月假期，所以我没办法，只能在3个月之内走完，所以也就豁出了命，也说就是在3个月之内85天。哇，走完这个，走完这个 PCT， 厉害厉害！所以说就是，所以但是也是比中央亚还走了那个3条的话，我还是只走一条而已，是吧？所以还差得很远，是不是？听着都是哪座雪山随便挑，那个豁出命了就能跑下来。我是那种豁出命了，然后就豁出命了。所以呢，我们这边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虽然简单，其实还蛮长的。所以2013年，张诺亚徒步了800公里的科罗拉多栈道，然后呢，成为第一位完成这条线路的中国女性。然后从此她就开始了不断刷新中国第一的这个开挂的人生。然后2014年是through hiking 了4200公里的 PCT， 2015年是3500公里的阿帕拉契亚小径，2016年徒步尼泊尔的 EBC 的环线和 ABC， 然后2017年，也就是去年，张诺亚正式完成美国长距离徒步三重冠的最后一条线路，也是最长的一条线路，4900公里的大陆分水岭 CDT。因此也获得了这个美国长距离徒步协会 ALDHA 正式授予的皇冠。那同时大家不会很惊讶的知道说，她其实也是中国的第一位，也是中国女性的第一位，真的是非常荣幸，尤其作为一个女性沾点光。对，然后同时她也两次获得中国这个户外金犀牛奖的提名，并且最终获得了户外金犀牛奖最佳背包客的获奖。然后一些数字哈，他总共在野外累计生活了500天，然后呢，徒步的里程总数超过13000公里，所以这什么概念？就从我们 Portland 到 Seattle 是300公里，那13000公里就是说走到西雅图要走45次，而且真的是用自己双脚一步一步走了45次，从西雅图走到 Portland。对，所以他就是我们号称中国徒步距离最长的90后。对，然后呢，其实在不徒步的时候，张诺亚也还喜欢读书、画画、写书。那他曾经参与了翻译校对《无痕山林》，出版了《太平洋山脊穷游锦囊》，撰写了《国家森林步道》，并且有很多文章发表在诸多的这个杂志上。然后另外一个大家可能并不清楚的是，他其实是 UT Austin 的这个特殊教育的硕士，所以他的梦想不像我们很多人的梦想就是周游世界，其实他已经完成这个梦想了，所以他的梦想其实是要通过这个教育学心理学来帮助更多的小孩子，在他们人生关键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给他们进行相应的心理辅导和教育，帮他们
可以实现更美好的人生。对，所以嗯，这点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佩服，就是不光是外在内在都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非常年轻的女性。对，所以嗯，张诺亚说她的精神导师是爱默生和梭罗，就是那个写《瓦尔登湖》的梭罗。他说他喜欢那句，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吮吸生活的骨髓，过得扎实简单，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把生活逼到绝处，简单最基本的形式就是简单简单再简单。所以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地推行这个zero waste lifestyle， 就是说嗯，减少生活的消耗。所以让他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除了最远的远方我哪儿都不想去，除了最沉静的生活我什么都不需要，除了必须有的东西我尽可能不去拥有太多。好，我觉得我讲的很多了，所以下面就让我们来欢迎这个张诺亚来给我们分享他的人生。谢谢谢谢吴薇姐，刚才应该是我听到过的最让我感动的，就是已经把我的人生给总结的，我觉得比我还具体了。然后我现在觉得接下来我讲的都有一点像一个很拙劣的一个补充吧。然后我为什么这次能来波特兰呢？其实也是我的两位朋友，然后老廖坐在下面，然后他们就是也是我来这里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就是我在 PCT 上认识了一个跟我关系特别好的朋友，他跟我爸爸的年纪一样大。我从小是一个没有太多父母关爱的孩子，我的父亲在北京工作，我呢是在重庆出生，然后我妈妈在我3岁的时候就来美国了。我第二次见到我妈妈的时候我13岁，我第三次见到我妈妈的时候我17岁，也就是说我没有跟我父母在一起生长，我是在成都和重庆跟我外公外婆长大的。所以就是那位朋友他跟我父亲年龄一样大，但他是同性恋，他没有孩子，所以我就叫他 Sugar Daddy。 然后我们今天晚上内容是 PG-13 rated， 就是如果有小朋友的话要 censor 一下啊，我会提醒。我们关系就非常好，然后就无话不说，然后无事不聊。他经常给我 complain 他的在西雅图的男朋友，My boyfriend is a bitch， 然后就是这样，就是两个人非常好的关系。他其实是属于一个美国的精英，白人精英，是在波特兰出生长大，然后在西雅图给 Morgan Stanley 做房地产方面的这个 sales， 所以非常成功。他54岁就提前退休了。我来看他是因为他去年9月查出了癌症。那这个医生跟他说，你的癌症其实已经 tumor 已经在你身体里 develop 了好多年了，也就是说他基本上可能是14年退休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长了，但他不知道。他在这几年徒步了 PCT， 跟我同一年，然后也徒步了大陆分水岭。他跟我说他并没有觉得自己被 rip off， 并没有觉得自己缺失了什么，就是提前退休或者在工作的时候工作的那么努力。他觉得他在退休之后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这种 lifestyle 是能够让他在很有限的3-4年之内让他觉得此生足矣。所以我当然看到他的时候我也很心酸，但是我觉得他说的也非常非常的对。那么PCT 和其他的长距步道，其实它不像是简单的旅行，公路旅行 road trip， 它其实就是生活方式的一种。你去步道上度过半年的时光，4-5个月，你在途中一个人出发，认识到的所有的人，其实就跟你过完这一辈子，在人生旅途当中，生命的列车有人上上下下，你在路上徒步过程中遇到的人，他们来了，跟你走一程，又离开，是一模一样的，完全是一模一样，它就是一个浓缩的生命之旅。所以有这样的人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然后你知道他跟你一起经历了这样的时光，我觉得这个就是长距徒步最大的魅力所在。那么今天的 premise 有点沉重啊，然后我希望能够有一个最后有一个比较轻松的这样一个环节。这个是最后一张照片，就是去年9月在加拿大的边境，然后因为山火关掉了边防线。哦，谢谢，这个我还不太会用。然后后面可以看到那个地方就是加拿大的哨岗，这是美国的哨岗。
就是说我们如果再往这个 stop sign 再往前一步就会响警报，然后就会有警察叔叔来抓我们，所以我们就乖乖的做守法的公民，就是最后的也可以说三重冠没有人能够真正走完每一寸土地，你看我们离加拿大还有20米呢，对吧？所以所谓的这个有一个说法就叫做 purest 纯净式徒步，就是说你每一寸土地都得走完，如果是从墨西哥到加拿大，你就是取个水你得回来，回到原来离开步道的那一寸土地，然后继续走完。然后我其实并不是这样一个信仰的，我就是觉得旅程就是旅程，就是一个享受，一个经历的过程。那我如果能够觉得我在当中我不缺失什么，少走20米、30米、200米、2迈，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太大可惜的。那么这个就是三条线路，我们一会儿会一条一条的讲到，所以就先这样过一下。这个就是我一会儿还会重新回到这里，大家可以先扫一下。今天其实大家有福的一点是，首先在座有两位 through hiker， 这是我以前的所有的讲座里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情况，就是一般都是我一个人在讲，然后下面大家都听得很开心，但是就没有人来给我有这个叫做 fact check， 所以今天我不能 BS， 所以大家可以证明，就是你们今天听到的一定都是货真价实真实发生的事情。还有一点，因为我最近在写书，我想把这4年徒步的这么13000公里的事儿写下来，所以我最近想了很多很多很多事情。就经常有记者问到我，哎呀，你在徒步的时候在想什么？你徒步的时候有什么意义？你学到了什么？我觉得这种问题好难回答，怎么可能回答？但是现在我满脑子里都是徒步的意义，所以今天大家会得到从执行的角度和从这个形而上的角度比较最高 level 的这样一个精华的一个 talk 吧。就是长距徒步的几个 benefit 啊，先跟大家把这个 package 卖出去。首先你们可以看到非常美的美景，做出非常牛逼的事情，你可以一天走很长很长，可以24小时不睡觉，你可以去很美很美别人开车坐船都没有办法去到的地方。这个是科拉多的第二高峰 Mount Massive，然后是美国本土的第三高峰，你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野生动物，然后可以看到熊，我一共看到了10只熊啊。如果大家想要一个 record， 看到最多的熊其实是在东部 Appalachian Trail， 不会想到在 Pennsylvania、 New Jersey、 New York 其实是美国黑熊聚集度最高的地方。你们会遇到很多很多样的奇形怪状各种各样背景的人物，你们会遇到来自全世界的以色列、伊朗，然后德国、日本、韩国，有的英语一句话都不会说的，有的才5岁，最大年纪的我遇到过70多岁的，然后什么背景都有，有的是刚刚坐牢 literally 在牢里收到了这个地图和指南书，有的是像奶爸这样的企业高管，就是各种 townhouse 啊，就是家财万贯，就是提早20年退休无所谓的，牙医、设计师、学生，很多人是在人生当中的 transition 的阶段，就是说，比如说刚刚毕业，对吧？然后第一份入职之前，或者就干脆不找工作，就是我不知道该干嘛，我学了个 liberal arts degree， which is useless。那我对在找工作之前我抚平一下心绪先走一条，有些人是刚刚退休啊，所以20多岁跟50多岁这个年龄段人是最多的，30-40岁对太难，对吧？家庭事业尤其是事业出来打拼特别不容易。然后对，这个就是 romantic，就是 incident， 就是有个叫做 trail romance 的东西。在 CDT 上一个特别神奇的事情就是走到后面没有 solo hiker 了，就是所有的女 solo hiker 就像我这样的就 somehow 就变成了就是 in pairs， 对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bonus 吧，虽然不是我在我计划当中的然后你们也有一些 cost， 就是在这个会在你提前准备的过程中没法想到的，一个就是非常 shitty 的 trail 啊，非常对吧，就是难以忍受，这个就是 AT 的一个 trademark。然后你们会有非常美丽的皮肤，现在我就是几年都没缓过来的，就是膝盖中箭啊，就是左膝右膝反复中箭。你们尤其是女生会有反复的质问自己，为什么要把自己送到这里来，然后自己嫁不出去，就是会有不停的这样的心理搏斗啊，对。
然后你们会有就是说，因为美国你们大家都知道，在波特兰周围徒步，就是美国人不喜欢修东西，不喜欢在荒野里修东西，不喜欢修什么呢？修桥、修楼，就是所有大家能够走到有桥的地方就还不够野，然后走到野的地方你就真的希望有桥。然后最多的时候我算过 CCT 可能 maybe 一天十几次视角， PCT 老料可以 testify 啊，这个就是在 High Sierra 对吧，基本上一天十几次是比较正常的。那么所以在这就讲一下穿什么鞋，就只能穿这样的鞋，就只能穿 trail running shoes啊，不管你的底儿是多薄多厚，有没有高跟儿，这个无所谓，但一定要是跑鞋才行，就不能是皮鞋，尤其是防水鞋，大忌啊！因为你穿那个鞋，你遇到这样的地方，想 Oh my God， 我得把鞋脱了，对吧？不然的话，我这防水那就意味着，如果水进去，它就永远干不了，因为防水就意味着不透气嘛。大家如果穿着鸟衣，就是去跑步的人都懂得这个防水跟透气之间的这个悖论，对吧？所以你如果遇到了，哎，走了不错，你现在把这鞋脱了，行，你走过这条河，然后过了两米，又有一条河。这个就是 High Sierra 的状况，就 literally 你就走三米就有一条河，走三米就有一条河。所以每天我们就是其实就是穿着这个鞋就湿着脚，因为哪怕你在过河的时候不湿脚，你在走雪地的时候也要湿脚。所以这个徒步长距徒步只能穿比这个或者就是跟这个一样或者比这个更简单的，就是有人穿五指鞋，有人穿凉鞋、拖鞋、 Crocs都行，这些鞋都 OK， 我见过有人穿这些的，但没有人穿 boots。然后你会有非常美丽的生活条件和非常舒适的这个睡眠环境，然后你会在马粪、牛粪，然后就是悬崖、草地，然后在各种各样的斜坡上度过非常美妙的夜晚。然后这就是一些数据，那这个刚才姐姐说的就是 summarize 非常精确的，那我就不再重复了。对，然后加上熊的话十只，这个没写，响尾蛇的话我不太记得了， PCT 特别多，在南加州特别多，其实在美国很多高海拔比较干燥的地方都有，俄勒冈也有。那这个其他的话再讲一下我的背景吧，我现在是在德州奥斯汀，然后也是怎么说一直学心理学教育出身的，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所以站在这样的场合其实内心是在无比的颤抖。其实这个我不是唯一的哈，因为在长距徒步当中有人做过调查，差不多是70%是属于内向者。对，那我的刚才跟大家讲了家庭背景，有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去徒步，好像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以置信的事情。其实我觉得 why 是一个最好回答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人我觉得哈，心里都有一个尤里西斯沉睡的这个尤里西斯基因的东西。你可能看着比如说现在的孩子非常沉迷网游，自己非常沉迷手机，或者自己从小就在城市长大根本没有接触过自然，但是我是只是觉得他心里的这个探险的欲望跟大自然亲近的欲望，站在成为这个第一个站在这个地方的人的这个欲望还没有被唤醒，只是因为这个基因还没有被 turn on 而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像弗洛伊德说的，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渴望被发现、被聆听、被看到，觉得自己重要，让别人认可你的重要性的这样一个因素。所以我觉得现代的很多探险家其实他是想 make an importance， 他是想kind of be immortal， 就是想达到一种永生吧，我不知道这样说非常非常自恋，但其实是有那么浅浅的潜意识里有这么样的因素在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我觉得回答 why 就很简单，至于你是怎么去执行这个 why， 这个就是每个人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 intricate details 了。然后我走的第一条线路是科拉多步道，那个时候就完全是小白，什么都不知道。我徒步第一天，我不知道那个炉头，我把它拧反了，就是咱们那种 MSR Pocket Rocket 那种风格的，我总是怎么都拧不上。然后我队友就跟我说：“你看你怎么拧成这样？”就告诉我这个事怎么拧。我在这个之前就 backpack 过一次，就一个晚上，而且那一次还不算，因为是在哈巴苏的大峡谷旁边，我们就背包下去在那扎营，然后第二天就没有背包，就在那附近玩，去玩瀑布，然后第三天我们的包是让骡子驮上去的，所以就相当于这三天当中只背了一天的包。
然后我之前在国内从来没玩过户外，我是17岁的时候来的美国，在这边读的本科还有研究生，所以说我的户外之路基本上是从美国的大学开始的。有什么样的原因呢？因为美国大学一地方大，二绿地多，三有 hiking 课，四周围的这个氛围非常好，有各种各样的 club 能够带你出去玩，五就是美国实在是全世界荒野还有荒野文化国家公园这些设计保存保护的最好的地方，这个就是美国的一个自然文化遗产，对吧？美国人都津津乐道自己这个国家公园体系，你拿到欧洲去说，欧人就特别羡慕，说我们有阿尔卑斯，我们有文明古迹，把 so what， 我没有地儿，美国地就是地儿这么大，有荒野，你们这些欧洲人刚刚来的时候，五月花刚到，每个男孩都幻想着自己起就是与狼共舞啊，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盆地上能够策马扬鞭，所以这个就是美国先人的这个基因里的一种 pioneer 的一种精神，就开拓者拓荒者，这个就是美国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当时我觉得这个特别吸引我，而且我当时也处在我人生当中有拓荒的地方，我从小就是个乖乖女，然后也是国内就是应试教育的花朵，温室里的这个素质教育就是你知道就根本不存在的事情，然后也因为家里人管得特别严，从来没有办法去发散心中的这个就是野马的这个成分啊，所以就有点像来了美国之后，好像你的这个弹簧从小一直按着按着很多很多很多年，然后突然就是人家把弹簧的力给撤走了，然后就啪一下，然后就不知道奔哪儿了。所以当时我大学的时候就尝试了各种东西，徒步只是我尝试了10000道东西当中的一种而已。所以当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看到有这个跟一个中国女孩叫王阳去徒步科拉多车有机会的时候，我其实是不是算是特别开心，因为我觉得哦，我只想去试一试，这个不是我一直想要，我没有说徒步是我一直内心想要做啊，好酷好酷好酷的事情。当时被忽悠的一件事就是，我觉得哇，这个长距徒步从来没听过中国人做啊，这个女孩好不容易。然后但是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速成呢？因为我周围也没人教我，对不对？然后当时我记得看过在哪个书店看过一本书特眼熟，叫做 Wild， 因为我看那个 Wild 的封面上说这个女的走了好多1000英里，哇，觉得好长好长，我就买了那本书，然后坐下来特别后悔特别生气，我说这女的怎么就不写她就是她写的徒步的那个内容，就让我特别的觉得你根本没有给我支招啊，你就说你鞋穿错了，把我背成80磅，我就只学到这两个东西，然后剩下的全都在讲你堕胎怀孕海洛因，然后所以这个就不是我想买这个书的初衷，大家懂吗？但是后来我就是刚刚又读了第二遍，我就哇写的太好了，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得怎么说走过的人才能够理解的，至于这为什么一会儿再说。然后在科拉多车上发生了什么呢？就是每个人都有害怕的恐惧的东西，有的时候这个恐惧的东西是因为你对它很不了解才会恐惧，像小孩怕火，每个人怕熊，不是因为它这个东西本身是可怖的，而是因为你可能 Wikipedia 读的太少了。如果你们 Wikipedia 这个 bear attack， 你会发现熊比牛安全的多，美国杀人最多的动物是牛啊，就不算蚊子艾滋病这些咱们就不算了，就很难太难做这个数据采样了。所以当时在科拉多 trail 上什么对我来说都是从来没经历过的，第一次一个人扎营，然后第一次取水，第一次过滤，第一次煮饭，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 trail 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毕竟是在美国海拔最高平均海拔最高的平均海拔超过10000公尺3300米，所以就遇到了几件事儿，一个就是失温，还有一个就是迷路，当然就不说什么闪电啊、冰雹啊、蚊子呀、啊、什么牛粪呐、啊，然后经常被什么过路的这个骑摩托车大叔说你怎么一个人呢 ？I don't want to read about you in the papers， 就是说我不希望你怎么挂了，然后第二天我在报纸里读到你的这个悲惨事迹，然后就一路上就有很多人就这样怀疑，因为我的队友他是在第10天的时候就离开了，就是他要去南美洲玩。然后他就去办他的签证等等的，他就跑路了，就剩我一个人。然后那一次沿路的这个 thru hiker 特别少，我一个夏天就遇到17个人，就相当于很多时候我就完全是一个人在走。对，所幸就是后面有这个导师相伴，那这是我的一些 lesson。 首先 you have to start somewhere， 就是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可能是把自己完全武装好成为一个徒步大侠你才开始走，
都是从一个小白菜鸟什么都不懂犯各种错误开始，做什么事情都是这样的。所以各位现在的起点就已经比我当时要高很多很多很多了。我能够那次能够活下来，纯粹是这个不是木头，就是纯粹是运气。我现在都觉得纯粹是运气。然后fierce and hiking， 这个我们刚才讲了，遇见导师，这个就是我告诉你运气的成分在哪儿。我在上面遇到一个我特别喜欢的日本人，就是一个大叔，我可能就是恋父情节吧。然后就特别想跟他一起走。特别想跟他一起走，但是呢他跟我约好了那天一起走，结果他就跑路了。然后我就在他那个地方酒店门口等了好久好久，怎么还不出现，怎么还不出现，就是知道他已经走了。然后我就赶快搭车去追他，然后他已经在 trail 上可能已经走了几个小时了。然后第一天我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追到他。然后我就走到晚上十点半，但是我不知道我已经其实已经超过他了，因为他扎营的那个地方在我看不见的地方，他是那种很 stealthy 你知道吧，扎营他很远的地方。然后就幸亏我心里有这样一种执念，因为第二天就发生了一个失温的事件，他在我后面，所以他追上我了，我们就必须得一起走，对吧？然后就走了大概三个小时，然后就开始下冰雹。然后我当时做的最大的一件错事，就大家 hiking 的时候一定记得张大牙告诉过你们，如果你们今天只记得住这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勤换衣服。你如果看到天气变化，你一定不要执念说，哎，脱这个衣服还要把它塞到包里，还要放下，还要花三分钟的时间把这个大象关进冰箱，有几个步骤，怎么怎么怎么，把这个包放进衣服，不要去想，就是去做，赶快去脱衣服。如果你开始出汗，你有可能就要脱水；如果开始下雨，你就可能要失温；如果你穿的这个衣服太厚啊、然后对，也还有可能脱水，等等等等。所以当时我的一个错误就是说，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他走得太快了，我不想让他又把我甩掉，所以我就别换衣服了。所以我当时上半身穿的是那个一个比较硬壳的夹克，出了很多汗，下半身穿的就是一个尼龙裤子，就是打湿了就打湿了。所以当时我失温的时候，就是我的手已经完全不能做任何事情了，就是连鞋带都解不开。我想换我的裤子，我解不开鞋带，所以所有的事情都得让我的队友帮我做，就是从解鞋带，然后我自己从包里打开，然后找裤子，找块石头换裤子，然后再把鞋子穿上等等，完全基本上都是他帮我做的。扎帐篷，然后我的睡袋也打湿了。还有各位，第二位就是第二个事儿，就是不要用那个背包的那个外置防水袋，用内置的，里边套一个垃圾袋，里边再套一层，就是你两个都可以做，但是一定不要漏掉里边的这个环节。所以它一个为什么呢，就是反正睡袋打湿了，然后基本上如果我睡我那个湿的睡袋就一定挂掉了，因为晚上的话气温降到零度以下，那就是睡袋结冰的事情，对吧？这种每年因为这个事情死亡的人很多很多，所以他就把他的睡袋 share 给我。大家就不要换，就不要有别的幻想，因为因为日本人他们的信仰是他们觉得山是神，就是他们是万物有灵，相信的是 animism，所以他们在山里是不能做很多很多事情的，比如说猎人打猎之前的一周还是多少，就是不能跟，对，这个就是 PG-13 you guys know it， 所以就有很就是很多禁忌啊，所以就什么都没有发生。所以这个就像是英雄，大家可能有听过有个事情叫英雄之旅。英雄之旅就是所有好莱坞那种英雄大片，什么 Superman Batman 什么 Wonder Woman， 然后到哈利波特到指环王，都有一个 pattern， 它都有一个套路。这套路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一个普通人在家里种地，然后突然有一个人来拜访，说现在有一个重要的旅程，你需要上岗，你需要开始去走。然后这个人最开始是很抗拒的，说我不想，他觉得我不行，怎么会是我在家里种地啊。然后somehow他就踏上这个旅程，然后他遇到一个导师，然后我现在就是在这个阶段，你遇到这个导师，然后他突然把你带进门，突然觉得这事情好酷好酷。然后你遇到这个导师之后，就是 Gandalf the White 还是 the Grey， 然后对于哈利波特就是邓布利多，然后你就可以各种去脑补其他各种故事里的。然后完了之后呢，你就开始打小 boss， 打很多小 boss， 打，然后砰一下，最后出现了一个大 boss。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套路啊，每个人，不管你是一条线路还是四条线路、三条线路，到最后你会发现人生就是个套路。然后post trail depression， 当时我其实并没有 depress， 唯一比较 depress 的事情是我家在纽约，我妈妈在纽约工作，然后所以我相当于我一走完就从科罗拉多回到了纽约。头一天还在山里，我头一天跟厂长请他吃饭的时候，我们过马路，就是那个 Durango 的大街上，
车水马龙，有从一个车里有人突然吼 Colorado Trail， 我们回去看就不知道是谁，就是某个车里的某个人，就可能是在 trail 上有见过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然后知道我们在走 CT， 然后就这么吼出来的。因为那边的这个户外氛围也太好了，大家知道科拉多现在就是寸土寸金，就是被户外党炒出了这个氛围， The sexistMountaineers in the world 都住在科拉多等等等等，就这种各种各样的这样说法。所以当时回到纽约就特别就有种错位的感觉，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这儿，不知道我要干嘛，因为我当时也是大学刚刚毕业，2013年，所以暴露年龄了。然后对，所以当时就在 Amazon 上逛，然后就逛了逛了逛，然后就想到常找当时那个日本人给我讲的，哎，有一个叫做雷贾丁的人特别酷，他是什么超轻Ultralight Hiking 的教父，然后你可以去看他的东西，有几个牌子叫做什么 Z-Pax， 叫做 Go Summer Gear， 然后当时我就在网上无脑的什么 search， 然后就买了那个雷贾丁的书啊，好不歹他的那个书的名字叫做 The PCT Handbook， 然后所以就悲剧就发生了，所以 PCT 就这么诞生了，所以就有了第二个这个 trail 啊，就 literally 是2013年走完七月份走完八月份坐在纽约 type 了，然后第二天就决定拿着日书就决定要去走 PCT， 为什么呢？因为有好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做了一个很详细的 Google search， 绝对是巨细的，就是各种 database 都 search 过了，没有中国人走过，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不想让大家跟大家隐瞒。第二个就是2014年年底 Wild 这个书的电影就要出了，当时我有一种很不祥的预感啊，就是觉得好像哎，这个书写的还不错，那拍上电影那肯定也是一个很大的噱头。结果没想到呢，对，这个电影出了不错，这电影其实拍得非常好，我觉得各位都没看过都可以去看一下。然后那个还提名了金球奖，然后还有奥斯卡奖的最佳女主角。所以2014年之后，这个 PCT 就有了一个叫做 Wild Effect。的事情就是他的这个徒步人数就翻了大概5倍，我走的那年发送的长距徒步许可证是400-500,000，老廖走的那年2016年是非常吓人的，是5000人，就是他发的这个许可证是还不是所有人，对，就是说有些要走500英里以上啊才去需要申请这个许可证，还不算那些偷偷出发的，不算那些走少于500英里的等等，所以就是10倍吧，对，所以当时就是2014年这个时机也抓得非常好。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对不起啊，这个准备的时候我就是想说实话来着，所以大家不知道看到梗了没有？叫无聊，对，就叫无聊，对。但是这是实话哈，不是说俄勒冈无聊，不是说俄勒冈 PCT 无聊，是教无聊，这个教非常重要。对，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心里就是知道了，俄勒冈多么美的地方，如果都叫教无聊了，那 PCT 一定是条非常美的线路，就是这个一点都不夸张。我觉得最好看是这个橙色的这两部分啊，就是华盛顿的部分非常难，然后西拉非常难，西拉。他们的难点都差不多，西耶拉还加一个难点，就是你需要应对高海拔，然后它的升降大，偏远程度其实跟华盛顿差不多，华盛顿也是非常偏远，升降非常大。我在华盛顿，老廖最后他曾经说过，他最后几天就是为了赶时间，那么就不睡觉走路。然后大家可以想一下，我大家可以说在最后那几天，我算过有一天用我那个 app， 他帮我算，不是我算的。升降是18000英尺，我当时都不信，什么叫18000英尺？6000米，升降6000米，就想到老廖，你说最后每天走40多迈，我当时走了20迈，升降6000米，如果老廖走了40多迈，那就爬了珠峰多少次，对吧？就一天之内，所以非常非常难。那么 PCT 还有一个难点，就是这个叫做 time window 的东西，就是时间窗口，它时间窗口非常短。在这边可能下面这个图非常困难哈，就是这边有条蓝色的线，然后这边又有一条蓝色的虚线，什么意思呢？就这两个地方是会下雪的，这包括俄勒冈，包括北加，其实都有雪，所以就是说你刚刚从沙漠出来，马上进入雪山 ，literally 沙漠雪山，然后丛林，然后又有 maybe 有雪山，所以你的这个时间要算得非常好，有一套公式，就如果大家有兴趣去走 PCT， 我可以帮你。
就是整个冬天我帮你看那个雪的情况，帮你算你应该什么时候出发。所以我当时我非常怕走雪路，因为走雪路就意味着有什么雪链、冰镐、滑雪制动，然后对于我一个在德州生活的人来说，这个东西就跟天方夜谭一样，我去哪儿练呢？我是应该找一个什么泥坡把自己扔上去然后滑雪制动吗？就这让我觉得非常困难，然后我本身走雪路也不是那么的在行，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宁可走出发的出发的晚一点，就是让雪化掉之后再走。然后呢 PCT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它的这个 support system 老队员对新队员的这个照顾非常的大，它整个社区整个社群非常的紧密，连得非常紧密，所以就有之前的老兵来跟我说你早一点走，因为我那一年2014年是第三年，就是连续三年大旱，就是加州大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对于加州是非常重要的事儿，因为他们有三分之一的生活用水是从海西亚这个雪山上流下去的，所以那个时候加州就是连续第三年 declare state of emergency， 就是 it's a big deal， it's in the news， 就是各种山火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所以当时我想哇太好了，就是对于徒步者来说，我们就跟滑雪者的思维是完全相反的，就是大家说我天哪太惨了，今年只有 Jackson Hole 还 maybe 有一点，大家都去 Whistler 等等等等的，但是对徒步说哇 that's great， 就是如果你这个西部又不下雨对吧，又不下雪，对于这个 Hood 呀什么北边的华盛顿啊还希尔没有雪，然后或者对我去年来说在 Rocky Mountains 又不下雪，那就是走 PCT 的 CT 的绝好时期。所以我当年就觉得2014年 perfect year，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特别早的日期开始，因为那个老兵告诉我你得早一点走，因为沙漠里没水，而且这个 contrast 我觉得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就是在南加州差不多700迈吧，1000多公里的地方，突然你就进入了一个海，就是雪山密布的地方，我觉得这是 PCT 一个最大的魅力所在。这个就是说如果你是在 high snow year 会发生的事情，这个不是我编的，是 Vimeo OK Pacific Crest Trail 2011 class movie， 如果大家吃周日吃饱了没事儿，就是想看一看比较刺激的电影，建议看这一部，从头到尾都是这个哦，都是那种好莱坞大片最后三分钟的那种感觉。这个就是这个雪坡呢，下面是我不想说万丈深渊啊，你 first pass 了要知道，所以这些是我觉得好像还没有几个人带，这个人应该是带了冰镐的，这个人不知道在干嘛，就是对非常的危险。这是2011年，2011是大雪年 historical big year， 这个就是为什么 wild 的女主角就是谢丽尔，她当时1999年，她真不是吹的，因为后来我去勾了它的线，这个是加州的水情表，就是我们天天在家里滑雪的人也是天天在家里，就是冬天没事儿嘛对吧，天天在家里刷要下多少水，特别就看雪特别开心，我们是这个线越低越好，就是这个蓝线越低我们就越开心，所以当时我就勾了谢丽尔那个年份，然后我觉得哇他真的是没有乱说，因为95年确实是一个 big snow year。 总之就是PCT 的难点就在这里，然后对沙漠PCT 当今徒步比30年以前86年的时候徒步要困难非常非常非常少啊，不好意思差点说成多了，86年如果是对老娘在86年走的时候根本就不会有这个叫做所谓 water cache 藏水点的东西存在，也不会有所谓叫做 trail angel 步道天使的人物存在，也不会有 trail magic 步道奇迹。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围绕着 PCT 已经形成了一个不想说魔教吧，一个 cult， 就是周围有一群人，他们整个夏天的所有的关注点就在这群走 PCT 的人身上，就跟现在关注 NBA 的人差不多，就这群人可能 maybe 生活在 trail 附近， maybe San Diego， maybe 在 trail town 一个附近，然后他们平时就天天刷这些徒步者的动态，一般都是退休的大叔大妈，然后有一天大妈突然看见有个人在搭车，然后就觉得哇 must be a thru hiker 特开心，然后就把 thru hiker 接到镇里，然后说要不你去我家洗一洗，然后我给你准备一下这个后院，你搭个帐篷或者在我的房间里睡个沙发什么的，然后这个大妈这个热心一泛滥啊，爱心一泛滥，她可能就 maybe 成为一个职业的 trail angel， 就是一个夏天就天天服务这些徒步者。那么他们的初衷啊，大多数人都非常非常好，因为 PCT 还没有 AT 那么腐化，那么
那么世俗，因为 AT 在最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大家都纯粹出于帮助 through hiker 的这个心，包括 PT 到现在都还有很多这样 through hiker， 他们不接受徒步者的捐款，就是在四百多英里南加州那个沙漠里有一户人家叫 Sophies， 他们家没有捐款箱。就是你如果要跟他说我觉得你们做的事情非常好，我希望能够表示一点谢意，他们会不接受。但是现在已经约定俗成了，就是说如果有人帮助你，尤其是这样让你在他家里住的，你需要给他$20以示你的感谢。其实这个已经是一个 a great deal 了，对吧？如果你在什么宾馆里，这些就会非常的非常的贵。所以对啊，所以现在徒步的话，你看有这么多的人都在沿途不计回报的帮助你，你还能认识到很多老嬉皮。所以30-40年前，包括谢丽尔1995年走的时候就没有这个 culture， 所谓的步道文化所在。这个就是步道天使的家的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只有一个功能，它不是供人干任何事情。大家可以看到有3个人坐在门口哈，因为这个房子的主人不在。就是它整个房子是个庄园，就是有好多房车，好多地儿，好多马，然后它有它这个好多客房等等，全部给徒步者使用。就是你可以进他家使用他家的所有东西，而且他家主人还不在，这是重点。他们就随便找了3个 hiker 来当志愿者来维护这个家里的秩序。他们是非常，你可以看到他们以前肯定是在高管工作过的，就是一进来你进他们家门就开始有站，就是第一个站第二个站第三个站，你就一个一个跟马拉松签到似的，就是第一个站你先写个名字，第二个站你先 sign up 这个洗澡的有顺序的啊，这个不能插队，先 sign up 洗澡的顺序，第三你拿一套干净的毛巾，拿一套干净的衣服，第四你去洗澡然后把你的脏衣服丢进去，我们帮你做 laundry，然后每个人都穿上他们的干净衣服，他们提供的干净衣服，然后接着你去 set up 你自己的帐篷，可以住他们房车，可以睡他们地板，可以随便各个地方都可以使用，你可以自己在他们家里做饭等等等等。这个房间就是他们用来装那个 through hiker 的 mailbox 的，他们每年会收几千份，因为好多人其实到不了，他们就都寄过去，因为他这个地方离 LA 还有大概1个小时的车程，所以周围就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所以大家都把这个地方当成唯一的一个避风港，所以大家都把 box 寄到那里去。对，他们就专门用了一个楼来放 through hiker 的 box， 然后 A to Z， 然后你就告诉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我需要这个，我的名字是什么，他们就帮你找，然后就把几个盒子给你，那盒子里是什么东西我们之后再讲。然后这边有一个 bulletin board， 上面就贴了各种，就是现在南加水情表第几脉，这个地方有人写了刚刚昨天到没水，然后又贴了一个 High Sierra 的这个血情表，就 literally 在沙漠里没水，在 High Sierra 血太多，所以你就在水情里面这样不停的转换。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support system。这个就是对，就是我觉得我 score 了，对吧？就是特开心啊，就是滴血年。特别嗨，结果就遇到了这个新下的一场雪，然后我当时的状况是作死，就在一个叫做 Candy Meadow 的地方，大家如果看 Wild，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标，因为那就是希耶拉的大门，这就是天堂跟地狱，突然你从这一脚出去，你就再也不在沙漠了，你就在雪山里了，然后你的整个人生就改变了。然后当时我们就在 High Sierra 那个 Candy Meadow 待了好多天，因为当时我们听说会有一个特别大的暴风雪，然后跟我一起走的那是奶爸呀，那个墨西哥的 Carlos 呀，大家 follow 我可能会知道一个帅哥，然后我当时又是想跟他们一起走，特别开心，但他们就说我们要突出重围，我们要进入暴风雪，怎么样，我当时说天啊，你们疯了吗？因为头一年我刚刚帮一个 PCT 的一个 Super Hiker， 我还没走 PCT 就帮他叫直升机，因为他是一个日本人，所以他当时在美国没有朋友，没有认识的人，我就帮他联系了战狼天使，我说这哥们儿失踪了，你们去找一下他，就真的是直升机就把那哥们儿带回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不靠谱，就是在大雪里，就是大雪封山的情况下，他们说没事儿。那么这段补给是7天，这个脚程是7天，第6天的时候，就是第5天的时候，我们算好要爬惠特尼，就刚好那个步道就在 John Muir Trail 上啊 ，JMT 就擦边跟惠特尼，就是往返16迈就能登顶美国本土最高峰，是何而不为呢？所以我们又为了登惠特尼，相当于说是牺牲了一天。那么牺牲了一天，那么太好了，暴风雪来的那一天，我们早就有了预报，就第6天。
就是惠特尼之后的那天又是哪儿呢？又是 PCT 本，就是本来这个 trail 上的最高峰 Forest Pass， 那这个是4000多米啊，一万三千多 feet， 对，就是头一天上了个惠特尼，第二天上个 Forest Pass， 就是时间太美妙了，所以当时我们就 literally 看到那个准确的时间点，然后那个云就这么过来。头一天呢，惠特尼，我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吧，就差不多是雪盲，然后因为眼睛摔碎了，然后迷路了40分钟，所以高反，因为没有喝水就口渴，就是迷路的时候大家很容易 panic。如果你迷路的时候，一定记得第一点喝水，帮你有清晰的思维。第二点就是回到你上一次你就是赶快掉头啊，就是回到你上一次你能记得的地方，你能认得出步道的地方。所以当时我就不知道，因为根本没有步道，为什么？因为全是雪，就刚刚下，就是就相当于是那个雪还没有化掉，所以就没有步道。我就不知道跟脚印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因为没有经验啊，老廖没有带我，所以对，所以当时就犯了很多错误，就相当于惠特尼我是最后一个登顶的，当天最后一个下来，登顶时间不晚，就1点钟。但是对，就最后一个下来，所以基本上下来之后再找到大部队就晚上9点了，又经历了什么晚上迷路啊，在雪坡上迷路，然后在雪坡上迷路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你就是你在哪儿扎营，对吧？你如果就想就地扎营，雪坡哟，然后你又迷路了 ，Where do you go？ 你看不见，又是黑灯瞎火拍照靠我，所以就当时特别特别绝望。然后最后好不容易找到大部队了，第二天又是特别早起来，因为要去跟这个暴风雪抢时间，因为我们一定要在暴风雪来之前上那个 pass， 就基本上上到那个 pass 北边那个 pass， 就刚刚看大家看那个特别惊心动魄那个，好多人趴在雪坡上，就是那个 pass， 就我们上到那个 pass 那个之后，北边就是这样，就 white out。所以跟着两个法国人，就我们三个相当于落在大部队最后，然后那一天走到下午3点，我就觉得再走下去没什么意思，因为还有一个 pass， 就第二天第二个 pass 又是北边，我就不给他上图，就一模一样的样子，又是 white out， 又第二场暴风雪，就相当于两天两场暴风雪，我们觉得糟了，因为我们要去搭车的那个地方是一个死路，就是说它是一条公路的尽头，它不是一个来往都有车辆的地方，也就是说除非有人专门开到那个停车场来这个步道上玩，那么那个停车场就不会有车，那么连续两天暴风雪，谁来停车场里玩啊，对吧？谁来走 hiking trail 啊？所以我们就想，糟了，我们肯定出不去了，那我们只能走公路，走17迈再出去。结果我们就在翻了第二个 pass 之后，然后前面那个法国人那个男生就大喊 There are fresh human footprints， 就跟看到熊脚印了一样开心，然后他说这是新鲜的人类脚印，然后我就跑，我们就跑，然后就看到那个下面有两个攒动的小人，对 ，there are day hikers， 然后我们就特别激动，我们就一路这个之字形跑去追他们，然后他们俩也是没看天气预报，所以进来了，对对，就是还是有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就特开心的，我们三个人坐了他们俩座的这个特别小的车，就我们三个就是基本上塞在后面，我们还有包，所以。就是这样顶了大概半个小时就出去了，所以那是我当时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然后那个法国人就跟我说，你说这两天的经历你就可以写一本书了，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才开始动笔。然后这是一个就是说就是 PC 的数据，大家肯定看不见哈，无所谓，就是这个饼状图是一个 demographics， 就是有些人做 PC 的调查，就是给各种 hiker 发问卷让你们去填，所以这是一个，第一个是 gender 哈，但我就不说了，大家肯定知道这个蓝色黄色代表了什么 age race， 这个之后我都会讲啊，这个里边有很多有水很深的，水非常的深，那么对，那么加上我刚才补充过的这个年龄20和50岁的人最多，然后内向外向2:1，差不多就是这样的，然后又有了 AT， 那么我每一次在徒步之间那半年我基本上就是个打工妹的状况，因为你想你只有半年的时间，你不可能让 Intel hire 你，你骗他 hire 你，然后你工作半年，你的简历上写什么呢？ I worked from September to March， 然后我跑路了，那你让你下家怎么再 hire 你，除非你能够说服 Intel 让你停薪留职等等等等，所以半年我都是在，我当时已经搬到德州，分别是在达拉斯和奥斯汀
打工，就餐馆打工，所以我对什么日餐啊，什么什么 vegetarian food 啊，这些我特别特别的了解啊。因为打工有什么好处呢？首先你不是坐办公室，第二你因为不是坐办公室，天天就在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就是体能锻炼嘛。当时还有什么体能锻炼呢？因为德州特别平，这个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所以就买好你徒步要用的背包，装上加德勒几瓶几瓶的装，装上教科书，就装上25磅的东西，去小区里把你的那个叫做什么跑步机加大到最大的 incline， 好一点的那个健身房有大概30度的啊，因为我想不用嘛，因为 PCT 就15度 ，PCT 特别好走，就15度，所以我就加了15度，然后就每天就在这边走这么走跑步机。然后对，那个就是体能训练，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那模拟我就必须要就是穿步道上的衣服，然后假装自己在山里走，其实就是在小区空调健身房里走。然后，但是那个15度就是个谎，因为 PCT 是所有线路里我到现在才知道，就是性价比最高，不是说钱的问题，性价比是风景美的程度除以难度，就是它的分。那个分母特别的小，它的难度特别低，因为它是 A 是条炸出来的线路，就是密西西比河以西，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在罗斯福新政的时候修了好多 CCC 民工团修了好多线路，那个时候都是 blasted， 就是用他们用炸药在山上山顶上炸出来，所以哪怕有石头也是碎石，包括在俄勒冈这种火山这种玄武岩地带的地方，现在的志愿者都是无孔不入，他们会把那个玄武石给捣碎，那是非常硬的，所以那个 trail 的 condition 是非常的好，沿路除了一些华盛顿一些特别偏的地方，还有海西尔特别偏的地方石头非常多之外，然后它的坡度也是非常的 nice， 就是15度非常 consistent， 所以 PCT 是不下雨，天气好，除了下雪啊，然后步道又修得特别好，然后又不陡，所以你在 PCT 上就有可能成为老廖，有可能你成为不了老廖，因为没有人能像他不吃不睡，然后85天，大家可以想见哈，大多数人都是4到5个月走完，像我137天，我当时觉得非常开心，走得非常快，我是头50个人出发，头50个人结束，就是我一个完全正常的速度。老廖是我速度的，就相当于是2/3，对，就相当于比我整整展了50天。那就是说我的平均速度是我算下来是每天25英里，那老廖就是差不多40，接近40英里。40英里，对，大家可以想一下自己 day hike 平时是走4英里还是6英里。对对啊，然后老廖已经非常接近世界纪录了，因为世界纪录是57天，因为最近每年都在更新，对，就是这种完全这无支持的，有好几种分辨的方式，有些叫支持的，就是像Scott Jurek 那样在 AT 上他就跑，他只顾跑，他不背东西，然后他有补给团队在每个路口给他灌可乐，给他塞那个糖浆。对，有这样的纯运动员型的，他不负责除了走之外的任何事情。那么像老廖跟我这种，我们叫做 unsupported， 就是我们 resupply everything， 我们自己给自己寄包裹，我们自己去补给，没有人给我们除了搭帐篷 maybe share 一下睡袋之外做任何的事情啊。对，所以会记得以前。对对对，所以就有这样的情况。然后但是我没有想到AT 会那么难，就是我觉得这个15度对吧，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 comfortable 的情况。我即便走了 PCT 也可以说还是个小白，除了出现 high CR 的那种就是 once in a lifetime error 之外，我觉得哇感觉特别好。结果到了 AT， 虽然我之前有听说过 AT 是一条特别可怕的线路， AT, 就是 AT Appalachian Trail 就这一条，对，然后就是东边这一条。嗯，我在 PT 上听过所有的人都这么说，你说 AT 哈 ，it's 我就用英语说了 ，it's 90% BS， 10% wow， and PCT is the other way around。然后这是第一，就是它的风景是没有。我说没有那么好，就没有风景，对，所以它的分子就是零，啊或者负数，然后它的难点跟 PCT 也不一样。首先是它不修，它不信这个东西，它不信这个叫做之字形线路的东西，它就是，哇，就是东部修的线路不是民工团那些33年修，他们修的更早 ，AT 是21年开始修的，那时候就是大萧条还没开始呢，大家都 jazz age 特别 happy， 就是。盖茨比那个年代，所以就不会修步道，就是步道呢就是怎么说，东边的那个石头特别大，
他们就把那个土给挖出来，就挖的只剩石头。然后挖的只剩石头之后，你们就可以在石头上做各种各样的这个攀岩啊、体操动作呀，就是各种你在体育课上都无法进行的这种动作，就是他们修步道的逻辑。所以现在因为那些步道太不科学了，步道也有一套自己的这个为什么十五度，因为十五度是防止 erosion， 就是这个风化侵蚀，尤其是水流侵蚀最好的办法。因为你坡道修的太陡，就相当于是泥石流，一下雨的时候你这个水就直接这么灌下来了，这个步道就会越冲越烂，越冲越烂，它就越陷越深。然后所以现在像比如大家去爬什么白山呐、就是能看到那样的，就是各种树根，然后泥土，然后各种石头，就没有任何这个美感的和这个安全保障的步道。然后东部的天气还特别好，就是一个月下雨，从头到尾。就大家如果在波特兰觉得还不过瘾，可以做做 AT， 对，就是跟 PC 是完全相反。所以 AT 的难点跟 PC 不一样， PC 你就觉得是那种特别史诗般的路线，就哪怕高海拔有雪很危险，你也觉得波澜壮阔，死得心甘情愿。你在 AT 上就是那种就是抑郁致死的路线。对，所以就是每天就是这还是国家公园，就是 like Great Smoky Mountains， 这是大燕山国家公园。所以这个 trail 你知道，就是他没有修那个叫做water bar， 就是那个大家有时候走 trail 看见旁边，哎，怎么弯出来一条这样的水道，就他没有这种输水管，没有这种输水道，所以他的就是整个 trail 就变成一个汪洋。还有刚才就是所有看到的那种特别 shitty 的 trail， 就一般都是 AT 的。然后这个就是 trail 嘛，就是 it's a trail， 对，就是刚才大家说的，他就是 literally 他没有挖土，我相信这段他什么都没有做。他连土都没挖，他说山谷里有好多石头，哎，你们来玩呗。然后就在上面画一些白色的那个叫 white blaze 的，这个就是 AT 上那个大家看过 Walking the Woods 就知道，就画一些，哎，表示哎你们这段 maybe it's walkable， you can try it。然后就是这个地方叫做Mohosic Notch， 就是 nightmare， 一迈的话，我当时走了三个小时，还是在雨里走的，就是要各种动作。你看到这个地方，它在上面，有时候你需要从下面爬出来，有时候需要你把包给先推过去，因为这地方就是你跪着爬的话会你的包会抵着，所以你得先把它推过去。然后这个地方用登山杖就是没有任何意义嘛，就杖就收起来，就这种感觉。所以 AT 非常任性吧，就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它扔给你什么你就得接受啊。就跟我没有结过婚，不过我觉得 maybe 可能有这么一点的这个taste 在里边，就感觉自己为什么要上这个贼船。然后AT 其实也不是那么糟糕的。 AT 有什么好处呢？ AT 特别特别老，历史特别特别悠久，所以上面的人特别特别多，但是这是一个双刃剑，就是人特别特别的多。To be fair， 这个不是 trail， this is not the trail， 我们走 trail 也不可能这么 happy。 然后这个是一个叫做 trail days 的东西，就跟什么摩登音乐节呀、啊，就是这种美国叫做 festival 的东西一样啊，就是 a little bit like Burning Man， 但是跟火人节还是挺不一样的。就是在一个 trail town 叫大马士革，不是约旦，不是那个中东那个，就是大马士革，就是 trail 从那个步道从那个城市刚好穿过，然后每年五月份他会举办一个三天的就是徒步者的狂欢，然后其实还挺不错的，因为他会有各种 gear company 来卖他们特别廉价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什么硬包啊之类的商品，然后他们可以帮你免费的修商品，然后你们就搭帐篷，就跟武功山帐篷节感觉特别像，我从来没去过，但是漫山遍野的帐篷，然后林子里就是另一番地界，林子里就是各种，这个就是 rated R 哈，然后就是各种物质，对吧？然后就是有晚上还有火堆，这个火堆就非常的迷，就是很多人就在火堆旁边，就是唱那种很邪魔的歌，非常像不知道就是西藏生死书里，就是感觉那种很濒死的体验那种感觉，对，所以当时对我来说是个绝大的 culture shock。在 AT 上就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 AT
它的补给非常容易，平均4公里就4英里就有一个公路，所以你随时可以 bail out。 比如说你决定明天，哎，我们去走 AT 吧，然后朋友说好，然后你们去家里找一个爷爷用过的行军包，爸爸用过的草鞋，然后妈妈用过的帐篷，然后你就第二天就可以出发了，因为它起点就离亚特兰大特别近，全程特别 accessible。 缺点也在此，因为沿途你遇到了上来的人，你不知道他是什么底细，对吧？大家懂得。所以而且有很多 hiker 也是比较菜鸟的，所以非常痛苦，你看到他们样子很为他们着急。所以 AT 是所有的步道里退出率最高的，就是它退出率说是到达率是20%，其实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夸大，我觉得 maybe 10%吧，就是对，头一个月就是第一站才33英里就差不多1/3的人退出，对，所以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不是他们想要的东西，你们以为是像 PCC 那样对吧，史诗性的啊，来寻找生命真谛，所以就没有这样的好事儿。好的，所以就来谈一些比较真实的事情吧，因为对这个谋杀直升机怪叔叔什么意思呢？那如果大家去搜 Appalachian Trail， 你下一个你想搜地图 Maps 啊，你输一个 M， 你可以 Murder， 对，就是它不会先出来 Maps， 它先出来是 Murder， 就是第一个选项，因为这个是在全美国主流媒体，就是美国公众对于 AT 的一个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它在70、80、90、00、10年代每一年都会有一个特别 classic murder case， 而且不是说单身女性，很多时候是两个女的或者是一个 couple， 就是很 unpredictable。然后谁上去 murder 呢？不是别的 hiker， 不是说啊、哎、我今天看你不顺眼把你怎么着，而是那种。也不算是 local， 就是有一些可能流浪到此的无业游民，然后今天感觉不爽了，然后就对，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因为那么 accessible，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所以就跟 PCT 上那种 trail culture 完全不一样。你觉得 PCT 上你对人类无比友好，可以相信任何人，在 AT 上这个就完全是另外一种状况。那么直升机刚才讲过了，就是在 PCT 上营救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安全问题，也就是因为 PCT 它跟 AT 的问题就是太 remote 了，除非你有认识的人知道你在徒步，天天 track， 哎，张诺亚这个发了这个 GPS 定位哦，他现在这个点哦，明天我们可不可以去拦截他？就是除非你有人天天这么 follow 你，然后你一个星期他打一次电话，不然的话就很容易出问题。去年的话，大家可能听说过有好几个人哈，就不止那个日本女孩和中国女孩，在 Yosemite 走 PCT 的时候出事故，就是还有好多人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对。所以就是跟一个是跟去年的雪非常大有关系，还有一个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实在是你7天才出来一次，出来一次还不见得有手机信号。然后怪叔叔的话就是谢天谢地，就是我没有遇到，但我的经历不代表是正常人的经历。对，我就说到这儿吧。然后这个步道文化的事情非常有趣，我相信在美国人不会再有人给你们讲这个事情了，因为大多数徒步者都不会讲，因为男性女性黑人白人亚洲人这个比例，女性徒步者从我的视角哈，20几岁徒步的视角，如果你想问你平时这个每个月一次的那个事儿怎么处理，其实还那个比较好处理，你比较难处理的是你自己的 identity 的问题，你的身份的问题，就是你到底是一个跟男性就是在一起生活在狼窝里生存的久了，你是要开始去接受 adopt 他们的一些行走的习惯，因为男性徒步非常 aggressive。对不起老刘，对，就是说我明天哎玩一个走个50迈，然后你说好，哎，我们来搞一个这个24 challenge， 这个24 challenge 是 AT 上的一个传统， 24 beers 24 miles 24 hours。 哇，就说你一迈一小时就走一迈，但是你一小时必须得喝一瓶酒，对，就会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出现，所以这个时候你性别认同就会出现问题，就是说
大家都现在应该看出还有一点问题存在，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一个蛮直女的，就是我是一个也感情很丰富，想的也比较多，我在 trail 上我就各种各样想，各样的分析，所以我就有这个第三个 distinction， 就是 athletic hiker versus artistic hiker。 我一开始走 PCT 的时候，我就不觉得周围的人都疯了吗？你们每天走那么快干嘛？这边多美啊，再说我们这么快进入雪山，那边还有雪还没化呢，为什么你们走这么快？但是为了跟我的在 trail 上认识的那些同僚，我的好伙伴一起行走，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一些原则，就是秀秀花啊、拍拍照啊这些原则，就必须得天天就是这样赶路、赶路、赶路，才能跟追上他们的脚步。所以到在开始的时候，我问他们：“哎，你们觉得你们是哪一种？你们是 athletic 还是 artistic？” 到最后，在 Washington 就没有人会告诉你他是 artistic， 走到那一步的都已经不是 artistic hiker 了。都是 athletic。 我在 AT 上走的最长的就远远没有老廖那么长，就38英里一天。然后但是我在 CDT 上，就是一会儿再可以大家跟大家讲，对，然后黑人白人亚洲人这个事情非常的神奇，我也经常被人遇到，被人问到。我在 CDT 上大家会看到有一个号，我们一个伙伴，他是一个亚洲人，是一个韩裔美国人，然后他就会问我，你说他是第一次走向步道，说为什么在 trail 上没有亚洲人，尤其是没有黑人。我觉得亚洲人其实我是非常纳闷，因为我觉得我们尤其中国人的基因里有这种西游记呀、啊、对吧，徐霞客啊，然后这种李白呀、啊、就是王维、陶渊明，然后就觉得在山中田园，我们是一个道家佛教就特别回归自然的一个民族。就是为什么呢？我就只有跟他说 ，Maybe it's just they work in Intel or you know, some other companies that don't you know unless you have 3 months sabbatical something like that。然后就是因为毕竟对要在这边获取这个身份，要工作等等的，还有家庭，然后我们也是特别重视家庭的这样一个民族，我就这么跟他解释。但是黑人的话，我就有很多人来跟我吵这个问题，我就很难跟他解释。有人说，你看这些很。跟经纪人也没有关系，你看那些很富的黑人也不会来走，所以这个大家就给大家留一个思考题吧，我到现在也没找到那个变量到底是啥。嗯，所以就来了，除了一个黑人没看到，对，一个都没看到。嗯，我在 CDT 上有个朋友说他看到我一个，那还是白人最多、嗯、白人男性25岁，20%，这个就是有人做过这个调查，基本上大多数人就是20多岁的，非常不 diverse， 非常不 diverse， 就是相当于你如果想真正的了解所谓的 white America， go hike a trail， 虽然就是跟大家说，哎，这些人其实很有意思，就什么背景都有，但是其实都是白左。我其实我的政治观点还是比较 liberal 的，我是比较偏左，稍微偏左翼的，但是在 trail 上所有人的观点、喜欢的音乐、看的电影、讨论的政治还有就是观念都非常的不 diverse， 基本上都是没有人会说我支持 Trump。 你如果在 trail 上说支持 Trump， 那就可能会出现新的 murder。 对，就而且女性也确实也会偶尔会有被 sexually take advantage 这样的情况，有过这样的。所以你看像谢里尔写的 Wild， 我还读过别的女性写过的这个 trail journals 就是出版的书，基本上都有很大的这个问题。对，所以这还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啊，然后也挺好玩的。然后分水岭呢，分水岭其实是一段，就是它这个 CDT 其实就是从墨西哥国境线出发到加拿大，但是其实整个分水岭它是一个真正存在的一个地理分界线，它就是个真正的你站在这，就据说是你往这边尿和往那边尿就会流向不同的大洋啊。对，想起来特别浪漫，其实特别危险，因为你看你如果站在一个地方，首先你如果是站在一个分水岭上，你知道这分水岭上一定不会有水，不然它为什么叫分水岭呢？对吧？其次你这个地方一定很高，对吧？因为你就是不然的话它怎么可能会分开呢？所以这就是两个 danger， 第一就是很干，第二就很高，其实就是在 Rocky Mountains， 在美国就可以理解成美国的 Rocky Mountains。然后很多人说，哎，张维亚你走这三条超酷，有没有什么这个更多的线路推荐？有，这个是就是仅仅是美国的
仅仅是国家步道当中的风景步道，就还没有算那几十条历史步道，没有算那几千条 recreation trail， 没有算其他国家步道体系，什么 national seashore， 什么 national monument， 没有算那些里面的，没有算州立公园的，没有算私人的地盘的，没有算市立的、省立，就什么都没有算哈。这个仅仅就是 national long trail， 就是 long distance trails。然后这些是这个列表，就是说 CDT， 你说哎，就是特别长，对吧？3000多公里，是不是就特牛掰了？不是，我这儿好像没写出来，就是有一个北方，哦，这儿在这儿，北方小径啊，比它还长一点，就在北方，就是没什么人去走，因为没那么好看。加拿大的那个吗？加拿大那个 GDT 就是不是美国的锅，但是挺美的啊，特别短，好像就说一个月就可以走完。但如果你说加拿大的 Rocky Mountains 一定是比美国雄伟壮阔，又长又难，就是我觉得这个步道是还不太可能能被走下来，除非不可能，不可能，因为你不可能被补给。你走到加拿大育空那边，就基本上已经没有人住。最近有个东西找。哦，那个不是 trail， that is like a recreational path， 就说那个是可以被 bike 的。就是我们对这个的定义就是说PCT 可以允许PCT 不能允许，不好意思， PCT 和 AT 是不能允许，就是法定的来说，它是因为国家步道是联邦签，总统签的，是不能让人 bike 的。然后因为 Continental Divide 它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 status， 是可以被 bike， 所以其实每年 bike 那个大陆分水岭人还挺多的。然后这个分水岭，所以这次比较重点的就会讲去年的这个事儿。分水岭的南部呢，就是说分水岭是长居徒步三重冠的 PhD 学位。为什么呢？因为你从开始的第一天你就要持证上岗，就马上开始做最难的事情。因为第一天你就要遇到前100英里只有5个藏水点，你就是你每天开始一开始就要在沙漠里走20多英里，不然你一点活水源都没有。就是这种牛塘啊，就是周围都是牛踩出来呀、啊，就各种病原体啊，然后就是也没有水管里也没有出水的这样的地方，所以你就必须要让 CTA 就是 CT 的管理机构把你送一个 shuttle 送到起点，然后你就交给他们钱，让他们在沿途设置这些藏水点，才能活下来。然后就是晒，对吧？这个皮肤上的事就不说了。然后你会沿途走很多的公路，这个是什么呢？这是一个 state facility， 是个监狱。对，这个 CDT， 大家问我，哎 ，CDT 跟 AT 哪个更难？我觉得好难说，好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 CDT 最美最好的地方比 PCT 的还要美，但是 CDT 最难、最恶心、最没有意义的就是公路徒步，就是 Why do you walk on a road 或者 a highway？就是，但是因为 CDT 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吧，资金问题，就是只有资金问题。就是 PCT 跟 AT 是美国，怎么说，最地位最高的啊，两条 trail， 所以总统就发很多很多钱，很多很多钱。CDT 没有钱啊 ，CDT 就修不了 trail， 每年就是 maybe 有几个 volunteer 上去啃一啃，然后这样，所以就会在公路上，就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然后 CDT 就是美国牛最多的地方，所以就是比如说你在这放个帐篷，然后过来几十只牛，哎，看一下你，看你不顺眼，然后就开始踢土，开始踢土，就是对，当时就是这几只牛在我那儿踢土，然后我当时唯一一个人在新墨西哥的时候，所以 ，yeah， just suck it up， 所以对，很悲剧。然后 CDT 还结合了所有 AT 跟PCT 的难点。PCT 不是雪多吗？海拔高吗？雪更多，海拔更高。因为去年是 Rocky Mountains 的一个大雪年啊。去年，对，就是去年前年的那个冬天。如果去年有在科拉多或者怀俄明滑过雪的朋友还不错。所以我们那儿去的时候呢 ，trail 从这儿开始，对吧？然后你就开始走这个坡，这个坡呢我就没把他的那个照片给完，差不多有一迈，所以那一迈我们走了差不多3个小时，就是一直是这样的雪坡，你就这样站，然后下面又是啊那个 Forester Pass 那样的万丈深渊，所以这两位哥们儿，一个60多岁的大爷，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大的，已经在路上漂流了好多年的，就像 Into the Wild 的男主角一样，就是一路就是属于这种 homeless 的状况，他现在好像在波特兰。
对，他是真的在舞台，这不是一个梗，我突然想起来了。对 ，OK， 哇，嗯，对他们就一步一步的帮我踩，因为我的这个步子比较短，对吧？所以他们就踩的是 Asian foot。这个 Asian Postal 特别特别感激，就是他们在这上面耗了三个小时，还会有这样的这种没有 trail 的地方，就是有很多地方你就会想，这地方不用不用降落伞，怎么下去呢？就是真的有人问这样的问题。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我跟 Deep， 然后我在这儿，他在这儿，然后我从这边上这个，他从那边上那个。然后他那你看他选了一条不太好的地方，因为我的人比较小，我的技术层面非常低，所以我其实是有一副最好的辨认 trail 的眼睛，这是我唯一的优势。就是比如说一个东西老廖说，老廖说我可以坐我可以走，我说 oh no I can't walk that way， 所以我要选一条所有 option 当中最简单的，所以我就练出来了，我就是能比别人走的简单，所以我就选了左边的一条，你看多简单，一下就上去了。然后人家选了一个一会儿还有羊角的，就是他就是说他最后走到羊角那儿就觉得啊，背个20多磅的包对吧，就不攀岩了，太危险了，然后就回到我这个地方，从我这上去了。所以对，然后我们上去就说，哎，以后就是在岩馆里攀岩要不要也背个包啊，就是训练一下对吧，但上面这石头就是不能上去的。然后就有各种各样的，就是 unmaintainable trail， 就是像你看这种 marsh 吧，这种沼泽，就一直走，一直走，就一直走，差不多10分钟，脚都是在刚刚化掉雪。你看这是雪啊，就是之前这是雪，就刚刚化掉雪的这个冰水，就是像这么 happy 的走，对，对，特别 happy。还有一个这个事儿特别严重，就叫做气候变暖，就是气候变暖 is real， it's really real， 对，这个就别听川大爷的，因为我们遇到两个事儿，就是像我们绝对说服了这个问题，一个就叫做倒伏，就是死树，这树怎么死呢？就有一种虫子，这虫子它一年生一次娃，它生一次娃去繁殖一次，它就去把很多死树给弄得更死，然后那树就倒了，然后倒了之后呢，你就开始在步道上就开始要进行各种的这个翻越障碍物的动作，因为它倒的是这个树不会约好它怎么倒。他不会说，哎，我这么我就打在步道旁边 ，no， 他会以最悲剧的形式全都打在步道上，所以步道上一般是死树最多的，所以你宁可不走步道，你就看哪个地方死树少。这个就跟 AT 的一个笑话很像 ，AT 是石头特别多，乱石，所以他们说在 Pennsylvania 这个叫 Rocksylvania 这个地方，你怎么辨认步道呢？就是假设你迷失了。你就去找哪儿的石头最多，你就往那儿走，就一定是对的，那儿一定是步道。所以就是说，对，那么 AT 还有一个梗，就是因为 AT 它是分开连起来的，它不是一条网，它是14个州，所以每个州修它自己的步道，所以每个州都说，哎 ，I want to score as the hardest part of the trail， 然后每个州就把你引到他们最高的点，所以基本上 AT 都会做过 high points， 然后会引到他觉得最能够满足你的这个对长距 hiking 向往的这个地方，对，是的。然后这个就是一个井嘛，就是真的是深井冰，我们就真的是在深井里挖那个水，对。然后我们后面的人，我们就 very sorry 了，我们当时只有那么点水了，对，我的这个手臂是没办法，所以之后让队友帮我挖，对，就是倒树，对吧？然后就是你这次怎么过呢？你看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神奇的，所以就是这个腿上啊，然后这个穿各种各样的裤子，就是裙子，就是各种各样的划破，就没必要买新的，反正它还会被划破。所以 CT 让我最抓狂的其实是这个，但是呢也会有，对，我们在 CT 上，因为那边一会儿给大家看一张图，美国的这个野生动物，因为大家会，我列了个表，就是经常这几年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野生动物，所以会有，这是貂，对，特别可爱，对，就不要买这种貂皮的东西，对，特别 cute， 然后有灰熊，灰熊跟黑熊的区别大家自行 Wikipedia， 总之就是 CET 危险的一个原因，还有它经过黄石、风河，然后冰川，这都是灰熊啊存在的，去阿拉斯加能看到的那种，我没看到，一直都没看到，在没看到野生的，对，然后黑熊在 CET 上都很少见，还有一个就是，对，就是这个图，这个是应该是 Cougar。山狮应该是每一条都有，
然后这个橙色深橙色是黑熊，然后这个红色的是灰熊，然后这个地方啊，死亡地带就是所有东西都在这交汇的，王石啊，所有东西才全是交汇，一个骷髅头，对，嗯，所以我们当时也经过黄石，然后黄石什么都没看到，但是就每个人都要有熊喷，对，那个就是一个起码的保障，就是你随时都得带着，上厕所带着，睡觉带着，等等等等，嗯，然后在 High Sierra 就是得有熊罐，熊罐就是一个储存的，大家可能有些人知道，对，就是一个特别大的能把食物放进去，就是这是一个很被动的防熊的方式，就是熊已经开始哎对你感兴趣了，但它就打不开，就打不开，就打不开，你躲，然后躲到里面。人不是食物，但是熊对你不，灰熊对你，这家伙对你不感兴趣，他就跟狗一样，他想吃你的东西，对，所以叫为什么叫狗熊呢？你就把黑熊当狗熊，对，他就是他的欲望就这么简单，所以而且在西海岸那边，就是国家公园70年代的时候，他们还把熊给圈起来让人喂，所以那边的熊对人没有恐惧感，国家公园又不能狩猎，所以久而久之他们就对人有习得性，他们就跟你家狗一样，就觉得哎来了人，哎好嘞喂我，所以他们就特别喜欢去什么营地呀、啊、倒腾一下你啊等等之类的，就为了你的吃的，所以你得把吃的保护好，所以有什么熊罐，什么熊盒子 bear box， 就是那种铁盒，然后就是把东西锁在里面，对，但是黄石那边就是这方面就做的不太好，所以你得自保其身，对，好，所以现在回到了这个 life lessons 啊，嗯，刚才都是聊一些有的没的了，嗯，第一条我觉得为什么有两本书，一本叫 Wild， 一本叫 Into the Wild， 我到现在才真的懂了他们的意思，这个 Wild 不是自然界的那个荒野，因为你走这个 trail， 你会经历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痛苦、孤独，甚至是伤害。我觉得这个伤害是很多离开了 trail 之后才会产生的，对，就是那一种空虚，那种 depression， 你以前从来没有到达过的。有人跟我讲过，说他当时走完 PCT 的感觉叫做 grief， 就是你家有个亲人去世了。你对他产生了那种哀痛的心境，就是感觉有人去世了似的，所以你尽力的是你内心，是你内心的荒野，是一个你内心你从来没去过的地方，没有经历过的感觉的和感情，或者说你在工作在平时日常生活中是不会经历到的。所以我现在知道那个 wild 是一个双关，就是他那个 wild 不是说，不仅仅是说他在 PCT 上那个女孩经历的 wild， 而是他通过这个荒野去面对内心的魔鬼，或者面对他失去母亲之后他特别碎了一地的人生，然后他在面对的这个过程当中重新正视他跟他死去的母亲的关系，或者他正视他自己，是那个荒野，对。然后第二，我觉得刚才我跟大家形容的这个套路，这个英雄之旅的套路，这个所谓的英雄，每一个上路的人都是这个英雄的这个词，自古在中国其实就是被夸大了。我觉得英雄没那么了不起，每一个人上路的都是你如果按照英雄之旅这个套路走，你就是英雄。然后什么叫自然为本？刚才跟姐姐聊过这个杨柳松的那个羌塘的那个事情，就是77天也拍成了电影。然后那个书叫《北方的空地》，那个书从头到尾没有讲，就是他跟谢里尔完全相反，他没有讲他的内心活动，没有讲他之前的发生过的童年呐、悲惨的事情，纯粹是站在自然主义的角度描写他的自然风貌，不带任何的隐喻，就是没有任何东西是有象征意义的，就是风吹下来雨刮过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一板一眼的。杨柳松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家，而且他整本书他就是在向人传达这个观点，自然界的价值和美独立于人对他的定义而存在，它自身就是美的，自身就是有价值的，不是因为你看见它，人它 pleasing to your eyes 它才美。但是人能有这样高的觉悟吗？我走完了之后我觉得我是不能，就是我最后走下来我记得最深刻的不是风景，而是沿路的人物，而是跟他们发生的故事，所以自然主义是非常困难的。
第四点，每个人都有一场看不见的战役，就是每个人上走上这个 trail， 他带了一些他过去的，就他背着的不仅仅是他背上的那个包，对，对，每个人就是刚刚说的，你上去是 face your own demons， 然后别做太多计划，这个就是跟大家的一个建议，如果大家有人想去走 PCT 的，别给自己邮太多的包裹，这个补给一会儿我会聊到。对，我当时邮了29个，然后当中有一半东西我都没吃，然后就要有一个非常 open minded 的一个心态，以不变应万变。第六点非常的真实，非常的真实，你得寻找，我觉得我是寻找寄托，就是最后我是因为就像有一本书里写的，你去打这个仗，你不知道这个战争的目的是什么，你不知道为什么还在战壕里苦熬，但是你就是为你身旁那个兄弟，你为了那个战友，你想保护他，你就继续这么打仗。所以大家走到了车后面，我觉得至少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跟人有关的事情了。对，有人把这个长距徒步比成婚姻或者工作，我觉得也特别恰当，这都不是我的比喻。然后第七就是你别有太高的 expectation， 你别说哎我去了这个体验一下吃苦，对吧？我从小的我父母对我的教育就是你们这代吃的苦太少了，结果后来我去走了第一条线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这么说过，他们就觉得我在 overcompensate， 就是我过了，就是对，就是他们现在就是千万别再走了，别再吃苦了，他们就是这样的态度，对，他们觉得哎，你去吃个苦，你就能改掉你以前的毛病，或者你就能变成一个特别有自律的、持之以恒的、有勇气的人。我觉得这些都没有在我身上发生。我前两天不骗大家做过一个新的心理测验，那个还特别科学，24个 traits， 24个优点，他最后让你做完，然后他给你个 rank， 给你个 ranking， 就说哎你最好的品质，最 prominent 的品质是那几个，最不好的是哪几个好品质。我排在最低的 self regulation， perseverance 就是自控力、意志力都是在最后面的，排在最前面的好奇心、求知欲。我其实觉得对能够我支撑我走下来的其实不是 self regulation， 而是有一个 drive， 就是有一个我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每一个转角都有惊喜，每一天就是新的一天，我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对而支撑我下来的。但是徒步本身是超浓缩生命体验，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跟八结合在一起。我个人的人生哲学是，你的人如果有一个客观的量化的计算公式，怎么说这个人是一个大写的人，那个人就过得没那个人那么大写呢？有些人的计算公式是他所有成就的总和，比如说我是一个，我在各个我的身份上做得非常好，我是一个合格的丈夫，我是一个很孝顺的儿子，我是一个尽职的员工，他把这些加在一起。有些人纯粹是一个金钱上的物质上的总和，对吧？我有几套房子，我有几辆车，我的工资多高等等等等。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人的这个计算公式就是他所有的精力加在一起。那个人比我更富有，不是因为他在物质上比我更富有，而是因为那个人 maybe 他有过我没有过的经历，他比如说搭车穿越过美国呀，比如说他去哪个地方去支教啊，比如说他因为什么因为创办了一个公司啊，不是因为他多么成功，而是因为他这种经历在我来说就是探索内心的荒野，他做到了。对，所以徒步本身就像我最开始说的，它是一个浓缩的一个模拟的小型的人生，就是从你踏上国境线那一刻到你结束，就跟你生你死你中途遇到的这些轮回的人因果等等是有联系的，所以这是一个很佛系的 topic。 然后对，然后路越走越窄什么意思呢？你抱着一个非常 open minded 的观点去上路，但是你发现路上的发生了很多事情都在反复的证实你的观点是对的还是错的，所以最后你会变得越来越不 open minded， 你越来越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就是它是一个丢盔弃甲的过程。你一开始你觉得你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想探索，到最后你就很会说 no， 很会说 no， 而且你不觉得你说 no 了之后你失去掉了什么。然后 nature is Satan's church， 就是户外不是世外桃源，有很多的人情世故啊，然后有很多的 realities， 有很多很真实的情况啊，刚才也跟大家讲了，这个就是今天 take away， 就是吓一吓大家，
需要你去承受，因为你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你走上了一条步道，这个步道给你带来的结果你都要去承担。不是，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说，不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就是很可惜，就是没有为你带来任何进步改变，你可能赔上一段感情，丢掉一份工作，失去一个爱人，在步道认识的爱人。就是我前半年非常的 depressed，因为我在 CT 上跟大家 follow， 我知道我谈过一段恋爱，然后以非常 tragic 的结尾 ending， 所以当时跟那个人离开的，还有包括我对整个长距徒步的所有的寄托和希望，所以当时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就说我金盆洗手，我再也不讲了。就这半年，这是我第一次聊跟步道有关的经历，所以你要去承受这些你在走之前没有 expect 会发生的这样的事情。嗯，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比徒步本身的难度要大很多吧。然后不说这么沉重了，讲点 technical 的东西啊。如果大家想要去玩，这个一个 bonus， 就是你做的这六件事情。就路线是什么意思呢？路线就不仅是说你要买各种指南书和地图，研究各种 app， 一会儿跟大家说是什么 app。 你不仅要对这个 physical 路线熟悉，你还有一种看路线的技巧，就是说这个路线如果你站在一个修路的人，一个工程师的角度，你该怎么设计。嗯，如果面前有两条路，有一条就是 game trail， 就是动物用的，有一条是人用的，你怎么看出来它中间的区别，或者就是像我跟我同伴来讲，我比他们优越的，怎么挑简单的路，这个就是一种技术了。然后补给是有六种方式啊，六种方式，但是在长距徒步上就有两种，就是一个叫沿路购买，一个叫提前邮寄啊，特别简单，这个就是 basic。 对于我，像我前男友他是德国人，在德国没有办法准备提前邮寄，你怎么提前邮寄，跨国嘛，所以他们都是基本上是沿路购买。他们的邮寄是这样的，在一个很大的城市，比如说在 PT 上最大城市 South Lake Tahoe， 在 Lake Tahoe 那里进一个大超市买大概六个脚程的，就 maybe 三四十天的食物，然后一个一个的包，就一个一个的放到补给盒子里，然后你去写五个盒子 address 到 maybe 华盛顿的五个补给点。这个补给点的地址在哪儿找呢？有一个书叫邮寄指南，一会儿我给大家照片。邮寄指南上有非常 updated， 就是当年最新的，不仅是有邮局的地址时间表，而且有当地的别的，比如说青旅呀，比如说餐馆，就是所有能够收你包裹的地方的。因为美国的邮局是特别不好的，就是它的开门时间周日不开门，你说你周六下午到你多尴尬，对吧？还得等一天才能拿到吃的。所以就一般是寄到那种商业啊，就是那种盈利，以盈利为目的的那种地方，青旅啊，餐厅啊什么的啊。还有就是如果沿途购买的话，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因为在沿途当中你会遇到两件事情，一个叫做饥饿症，饥饿症就是 hiker's hunger， 就是 maybe 在第一个月结束之后，你的食量会暴增，因为你的体内的这个脂肪储备和蛋白质储备，就是它已经被耗到一个开始自，就你开始肌肉开始自己吃自己了，对，所以你就开始去补，然后你的身体基本上就是想吃啥就是你缺啥。就是我可能 crave 的最大的东西应该就是新鲜的东西，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然后我周围的很多 American people 就是他们的非常 creative 的 idea 就是 crave pizza 和 burgers， exactly， 对，就是 very creative。 然后所以你会避免吃厌你三个月以前从 Costco 买来的，放在你家那个脚盆里，你自己去，我当时自己去拌那个 trail mix，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喜欢吃什么坚果，我以为我知道，然后我就去买了什么腰果呀、花生啊，特开心，就是核桃。结果后来我发现，我只喜欢吃 raisins， 我只喜欢，我每次就单一我就挑里边的那个，对，那个葡萄干儿。所以你不知道你会吃什么，所以就是为什么我那29个包裹就浪费了一半的东西的原因。营养的话，一个5:3:2。什么叫5:3:2呢？就是你每天，假如说不管你决定要吃多少卡，假设老廖吃4000卡，我基础代谢比较高，但是我耗能比较 efficient， 我每天差不多最多2000卡，
如果两千卡的话，当中你要确定有50%是糖分 carbohydrates， 然后30%是 fat 就是从坚果呀、一些肉啊、巧克力呀这个地方来，然后20%是蛋白质，对，你就按这个比例。所以说有一个 scale， 就是说我不是吃货，吃货很难 long distance hike。吃货怎么 long distance hike 呢？有一个办法，你提前把所有的饭晚饭煮好，就是你炒好煮好，买一个干蒸机，把它全部干蒸，干蒸就把水分全部蒸发，然后你就把那个放在一个 ziplock 里，然后你的 trail 上就直接浇热水，然后那个东西就会变成一个活的 mountain house。所有的 mountain house 都这么做的，所有的 mountain house 之所以你 soak water 它马上就能够活起来，就是因为它其实就是以前做好的一顿饭，它只是把水分蒸掉了而已。然后干蒸机也不贵，60-70刀，然后你就只要你有这个时间和精力that's the point。 我就没有这个耐心，然后我就，而且我本身也不是吃货。 yeah that's how it's done。 对，所以什么东西好吃呢？也就是说诺亚你在车上吃什么？有一个二维的轴，这边啊，这个左边的轴是它的口味，就是两种，甜的咸的。上面的轴是它的口感，啊，脆的和嚼的。所以你就 fill in 甜的咸，甜的和脆的，甜的和可有嚼劲儿的，咸的有嚼劲儿的，咸的脆的。比如说咸的脆的就薯片儿，甜的有嚼劲儿就 gummy bears。 就是你这么一想，就所有的吃的都可以进去。就不是吃货就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以特别 scientific 的眼光对在看吃的这件事情。然后装备 the big deal about 装备之后再说。体能就是两个字，模拟。你要去走 AT 对吧，你就别把你的那个放成15度， like be honest，就放个30度啊，或者去攀个岩呐、训练一下上肢肌肉啊，因为你 AT 确实是一个非常 aerobic 的事情。PCT 的话，你就 dress， 就是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去，跟 PCT 温度一样、湿度一样、坡度一样、然后重量一样的地方，穿着你要当时要穿的鞋子，然后背着你要上路要背的包，就这么训练。那么还怎么训练？我应该被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诺亚，你膝盖怎么回事？我的膝盖怎么保啊？长期徒步膝盖会不会废啊？会不会磨掉？我的膝盖，其实我走之前我一直觉得我膝盖非常不好，但是我后来发现膝盖不好的原因是因为你大腿和胯骨就是这个肌肉群对特别弱，所以它支撑你的膝盖支撑不起，就是这个上面的这个重量，它这个因为这边的 absorb 的这个 force， 太不 efficient 了，所以你就要训练你的这个核心以下到膝盖的所有这些肌肉群的力量。所以这些就是做一些，我个人就是做一些自重，对，我就是做深蹲，然后臀桥，基本上就做两个事情，然后瑜伽垫，就我连普拉提也什么都不做，就是也常常去健身房，所以可以达到这个效果。有没有膝盖受过伤呢？有，但不是膝盖本身。是膝盖右下侧这个腺体，这个腺体是里面是水，它是承受你这个膝盖力量的，所以它会肿。就是如果你比如说下坡太狠太重，或者没有用对力啊，或者背腰太重了，对，所以这个地方我大概是疼过4-5次吧。对，然后基本上一条 trail 就经历一次，也不是很严重，基本上休息2-3天，走慢一点就行了，不是特别严重的问题。基本上长距徒步运到的伤都是劳损，就是要么就是膝盖就这种腺体的问题，要么就是一个叫做足尖筋膜炎的这个事情，这个就比较严重了。对，这个就可能得走。还有过什么 torn 什么 IT band 呀，就这一块，就是这个就是裂掉的也有啊，就是还有就是各种因为摔倒而受伤的人其实并不多，基本上都是因为 repetitive 的用力的原因。所以这是为什么装备特别重要，你要保证你背上的这个东西不能给你带来过重的负担，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工作，长期不是个工作，是你周一到周六早上7点到晚上7点，你它不是个，它就是个相当于是每天进行的一个运动，你就是个运动员，所以你就要像爱惜运动员身体一样的爱惜自己。
技术为什么是颜色最浅的？其实这个颜色我是有排序的，就是颜色最深的是我觉得你最应该在走之前研究的。为什么技术是不行？技术只能纸上谈兵。就是如果你纯粹是说张东亚，你觉得最重要是什么？经验。但是经验你不上路，你怎么攒经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CT you have to start from somewhere， 然后 pray that you can be saved。 所以技术就是说实话真的只能在 trail 上去学。如果我不跟老廖去爬 hood， 我不会知道怎么用冰镐。当时我们还用了两个 ISX， 对，当时我第一次用 ISX。 如果你不去deal with 沙漠，你不会知道你的鞋里会进很多很多的沙子，然后你每天晚上睡觉你的脚会是黑的。对，你不去研究这个水情表，你不会知道这个每天的水量怎么计算等等等等。所以技术是一个很，你可以看什么登山圣经或者看一些 Yogi 的 guide， but yeah， 只有在 trail 上才有的。然后装备 maybe 大家会有一些问题，其实这些都在我的网站上，去 Google 张梦亚就能看到了。对，具体的我 PCT ATCT 每一次的装备都列到了，就是每一样东西都写了，牌子重量。然后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吧，就是说如果你是去 hike， 你一定不能不带的。其实四大件有很大的争议哈，就是这个就是 take it away， 因为四大件有很多人就没有帐篷，有人走 AT 没有帐篷，就睡 shelter， 因为 AT 还有 shelter 这个东西。没有帐篷，有些用 tarp， 就是用那种帆布。然后还有一种最变态的东西，有些公司开始生产睡袋、帐篷、背包，防雨罩集一体的这种东西。所以就这个东西，就是四大件是日新月异，因为了让大家轻。衣物其实你看我都写的衣，为什么是衣呢？很多说诺亚你在车上怎么换衣服？ You don't need to change because you are so dirty like anyways。 比如说诺亚你有没有晚上睡觉换一个衣服，你换一个衣服有什么用呢？对吧，你还是这么脏，你还是没洗澡。而且这个就少带什么东西，少带你任何平时的护理用品，没有用，就带防晒霜就行了。你什么护手啊、护脸啊，就只是在你的这个几层的这个已经汗渍上再加一层堵塞毛孔的东西。What's it for， 对吧？所以这个就省了，就所有各种护理用品根本就没洗，就是有很多男生就什么都不带。所以像长沼他就是没有帽子，不戴帽子，不戴太阳镜儿，也不戴防晒霜，所以就跟黑人很像。对，这个 buff 是个好东西，是个神器。有些神器，风油精、虎牌这个万金油，然后 buff， 对，这些是我个人觉得的是比较重要的东西。什么东西啊 ？buff 是一种，对，大家可以马上去搜 buff Google Image on your phone， 有好多种戴法，起码有十几种戴法，可以套脖子，可以套面罩，它就是一块布，就 literally 就是一块布，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帽子。给你的 double 戴个帽子可以，我平时就把它戴在手上，然后遇到了溪水就把它当一个洗脸布，它就是平时在我来说是万用的。对对。他们也有，但是我个人觉得他们那个就应该叫 balaclava， 那个 balaclava 就是一个连体的，就只露出那个就是脖子头，对，那个高海拔攀登了就很不一样了。对。就是这个装备有很多哲学，其实都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水很深的两个论坛，这个我网站上也写了，也叫 White Blaze， 一个叫 Backpacking Light， 大家记住 Backpacking Light， Backpacking Light， Backpacking Light， 会去上，那个水真的非常非常深。对，里面就很多很多人写的他们的万事无巨细的这个走各个线路的这个叫做 Gear List， 装备清单。对，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邪教的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 geeky， 你越是做技术工作，你会越会喜欢那个东西。电子产品这就不说了，就是我是不用对太阳能充线板的，不是因为它不好，而是因为这东西容易丢，因为这东西是外挂的，不是说你走了走它掉了，不是，而是你平时我想把衣服塞进去，哎，把包放下来，把充线板放旁边，哎，把东西塞进去了，把包一背，开心的走了。就是基本上我遇到了每一个带太阳能充电板的人都丢了，
都丢了。所以而且这个东西是跟天气有关嘛，在华盛顿和西雅图就没必要用了。对对 be very honest， 所以在加州 Arizona 德州这些地方还挺好的，其实尤其是你如果早很多天的话。吃和喝这个也是有很大的争议吧，就是加州就 PCT 其实不用想了，因为 PCT 很多地方是禁明火的，尤其是加州，加州太干燥了，就是你想你就是引发一场森林大火是跟杀了人一样，是多么会让你歉疚一辈子的事情啊，对吧？怎么引发森林大火呢？你带个酒精炉，哎，风一吹，然后就千古罪人了，对吧？所以就别带，所以就要么就是用那种一体炉 jet boil， 类似的，现在有很多什么 Primus 那种特别好的，要么就是那种Pocket Rocket， 就中国有很多那种特别就是炉头那种小炉头，对，特别轻，大概二三十克，然后用那种气罐。你说诺亚气罐怎么找？我在 PT 大概用过五六个气罐吧，特别少，因为每天你只用煮一顿热餐，除非你早上要喝 coffee。对，很多美国人就必须早上喝 coffee， 就所以你每天这样就是两次，然后烧水也有那么一套的这个哲学，每次要烧多少个 cup， 然后在什么样的这个，什么叫节省能源呢？就是它的赤峰性要非常好，这是影响你使用你的燃料的最大的，就是风，它的防风能力。所以为什么说 jet boil 特别 efficient， boil 的特别快，就是因为它一体炉基本上就是个防风罩。如果你要买那种单个的炉头，尽量买那种有 embedded 的那种防风机制的。我比较推荐一个日本牌子，在 REI 也有，叫做 SOTO， 对，这个也是我 PCT 和CDT 用的炉头。你也可以不用炉头，我在 AT 就是全程冷食，就是因为 AT 两天补给一次，你两天出去可以吃一顿，这是一个。第二就是 AT 上天天下雨，你在雨中煮饭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我不知道当时没有那么注意有 shelter 这个事情，所以非常后悔。天天大家都在吃热的，就我一个人在啃 tortillas。对，所以就是都有很多 variety， 很多人在上面各种撕。其实没有哪一个比另外一个更好的。如果你非常 hardcore， 你可以去 follow 那些破纪录的人，比如说 Anish， 她就是我说的之前一个女生啊，穿裙子，然后所有的补给地都是她走路进去的，60天 CDT， PCT， 不好意思，对，60天 PCT， 就是每天平均40-50英里，然后基本上也不睡觉，大概每天就是11点扎营，最晚4点钟起来。然后有些人就说他就是当时2013年他走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他身上有股什么东西腐了，就是蛋白质就是在 burn， 所以有一股腐烂的味道，就这种感觉。所以当时那个记录很难被破，就是大概过了2年吧，才有人去破了一个58还是57天，是一个男的，就是非常大的劲儿才能破他的记录，非常了不起。我见过他2次，第一次他正在破 AT 的记录，结果破了。然后第二次他去年在 CDT 上他走得特别开心，他要去破那个 Colorado Trail 的记录，当时还没到 Colorado， 所以他特开心。Colorado Trail 记录好像没破，好像受伤了。对，你们可以去看他的装备，我的很多装备都是完全模仿他，OK 的。我们的睡袋，我们的防风衣都是一个牌子，我们的帐篷也是同一个牌子。对，特别建议就看一个人的就行了，然后就没了。大家有什么问题？我好像也准备了一些问题，我自己给自己准备一些问题，就是被问的最多的问题。首先你是 A 膝盖的说了，熊的说了，你是一个人开始的吗？都是，就除了 CT， 我是跟那个女孩约好了。你看被放鸽子就有阴影，这个区别就是你一个人开始 versus 跟别人约好开始。刚才跟大家说的就有点像，这个自由恋爱跟指腹为婚的区别，就是如果你跟一个人，对吧？哎，哥们儿，平时同事在英特尔上班，看着体能不错啊，我们去走。像老廖这样的人，他说老廖，哎，行啊，罩着我，哎，好。老廖第二天跑没了，这个是个很真实的情况。因为当时我跟那个女孩，就是因为我的速度稍微比她快一点，我当时觉得我自己走得非常慢，但她实在走得太慢了，所以导致的情况就是我要等她，结果我东西吃完了。这个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事。那说你队友等不等你呢？
他要等的话，万一他挂了，就是饿死了怎么办？所以，对 ，that's a big deal， 所以就别约啊，除非你是比如跟爸爸，你们为了就是 bonding 父子之间感情，就一直要走到底，或者像，其实。Walk in the Woods 里边好像那个男配角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对，好像是这样的，对，就非常困难，嗯，然后所以我遇到的周围的同伴，因为你会瞬时跟他建立这种信任感，因为你知道他跟你去同样的目的地，他跟你有同样的目的，然后他也是一个非常内心善良的人，不善良的人怎么来 hiking 呢？然后你就会对他有你如果特别自恋或者特别信任你自己，你就会对他马上有三分钟的特别快的这种帮顶，那你就问他，哎，今晚在哪儿扎营，然后你们就好哥们儿好姐们儿了。然后钱的问题，对吧，这个我怎么跟大家找钱这个事我就不说了，在场没有人需要。trail 上花多少钱，平均下来老廖你花了多少钱？我花大概是600块钱，600到700块钱。这么省啊。哇，这是因为我一个晚上 hotel 也没住过。哇，不对，那吃的东西呢？吃的都有找你买好了，就吃的你都记得沃尔玛费 Costco 买的都很便宜，对是吧？拿这样去寄过去，寄费也算在里面吗？寄费的很便宜的，寄费一般的，嗯，寄费站有这个 PC 站有十几个供给站嘛，也不是特别多，嗯，嗯，就大概是，反正我带了800块钱，我最后回来还200块钱呢。哇哇，哎，这个是破纪录了，所以这个是我读到的，就是最少1000，最多不封顶，上封顶。我也碰到好几个人，哎呦，他在上面，你可能是我们走 PC 最富的人，但花钱最少的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你很富啊？对对，这是一个哲理，很有哲理。你说那找钱怎么找？怎么找？哦，就是怎么赚钱去攒，因为我是需要攒钱去打工是吧？对对对，我是打工来走，大各位就不用了。然后这个钱是花在什么地方？老刘，你是花在什么地方？因为你不住 hotel， 所以你全是吃的。我住 hotel， 我也不在外面吃，所以我基本上我花了大概有这个600块钱，花了有250块钱是打叫出租车的，因为我那个里面着火的话我过不去，我只能叫出租车把我带过去，所以那个花了250块钱。所以我其实花钱600块钱减掉250块钱，才400块钱，对，差不多这样。真的太吓人。这是吃的东西。就是有时候到某一个地方，就是比如说到那个叫 Malibu 那个是那地方，不是有个buffet可能吃一顿，可能就偶尔到某个地方。因为我一般的话，因为我时间比较紧嘛，我一般不走去步道太远，一般可能在附近。有时候偶尔可能到某个地方吃一顿，所以你也没有住一天 hotel 啊，你说这钱怎么花？一共花几天？多少天？我85天。哦，不。所以大家就是说，就是所以 get 到是要怎么省钱呢？赶时间，只要你赶时间，赶时间。对，你看，其实一天不 hotel 不住，这个太痛苦了。因为我是有 zero day 的，我们分 zero meal。没办法洗澡。不洗澡。洗澡的话，你这个路途有那么多小溪，随便到公共去洗一下，万一对，都是这样，都是这样的，对，这个挺正常的，对对。干洗。所以就是对，如果大家不赶时间的话，就差不多是3000吧。我个人 maybe 前期买装备 maybe 1000多，然后后期在 trail 上应该有3000-4000，里边大多数的钱都是跟吃的有关的。因为跟同伴搭伙的一个好办法就是你们可以 share hotel， 就差不多一个两个 queen bed 可以住四个人，对，所以就相当于四分之一。But 这个老廖是这个大牛。但正常人是这样的啊，对，然后对补给这个也讲了，如果大家有特别的 interest， 可以我们下来再聊。好，行，所以咱们是有 Q&A 的环节吗？对对对。那今天也不早，我们就三个问题可不可以？因为可以商量，有看看大家有多少问题。要不就先问吧，我选三个问题回答，先抛过来10个问题，我自己抛过来。讲一个，你的营养讲的532里边没有讲那个蔬菜水果的营养。嗯，好，行。蛋白脂肪和蛋白质。好，还有吗？还有问题吗？我先写下来。最大的收获，最大的遗憾。好，很好，很好。嗯，
当你在郊外的时候，怎么面对自己的恐惧？深更半夜的时候，遇到各种人啊、动物啊，这些受伤的情况，你怎么去辨别这种处理这种？好，好，下条线路准备走哪条？好，你在路上怎么遇到下条天气？OK， 下一段的天气。啊，不好意思，你一个一个吧。能不能一个来？那你以后还要走什么的trail？这是三个问题了。刚才有三个问题我没 get 到，有三个人一起的。有一个问的是 Oregon 这段你最喜欢走哪个？哦，好好，这个很好，对 Oregon 这个很重要。嗯，还有吗？啊，差不多。我想问那个 Pacific PCT 哪几段是最漂亮？我只想。好好好，这个也很好，很好，好好，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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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对，还有吗？还有你以后要走的什么 trail？ 对，第三遍了。对，好，谢谢。还有吗？有没有试过什么时候想过要放弃？哦，好，这个很好的问题。对，很好的问题，很好的问题。哎，大家问题都不错。天气啊，你说对天气，对，好，我写下来了。还有吗？你刚才讲的就是说，你把半道上你说明天天气怎么样？你什么信号都没有？对，这个是很好的问题，一会儿我会讲，这个都是有很多门路的。还有吗？你走车以前有现在这么能说吗？哦、oh, OK Thank you 谢啊啊，遇到两个人走或者三个，对，你看我总把太太撂下，他们都在笑。对，很好，这个问题也很好。还有吗？还有说你说一个人 start 的话是你要 join 一个 community。 对 OK 一个人 start。好，那我就开始吧，一会儿大家再加哈，都可以回答。5532不吃蔬菜水果，在补给点吃蔬菜水果。然后收获遗憾，收获了能讲话的能力。No， 收获最大的收获是收获了一段很刻骨铭心的感情，收获了几个特别好的好朋友。遗憾就是收获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和好朋友，因为跟着他们错过了一个人秀秀野花的这样的按照自己的 pace 来走的，这个遗憾是我希望能够再走一遍 PCT。 恐惧习惯就好，然后下一个线路不知道，因为我现在是处在这个叫 adventure overdose 的阶段，就是过去四五年走的太多了，现在有点想吐，所以也别约我啊，我就不出去。我这次来的也不约啊，不约。天气这个非常重要，有一种叫做 southbounder 的东西，就是刚才给大家的线路，我是都是从南往北走，但是有些人是从北往南走的，他们的人数差不多是我们的十分之一。还有一种叫做 section hiker 的东西，就是他们这一辈子就可能每一夏天就走两周，因为他们就请不出假，所以有好多人，大多数人其实都属于这种 section hiker。有些人好三四十年走完一条的也非常的多，所以他们会说，哎，这个。我们要交换情报啊，对不对？他需要知道从这儿往南的，你刚刚走过那段的水天气，你在trail 天使的情况，他收不收 hiker 了？你需要知道他就是一般我们问到先问的是水 ，like where is the next water source or is it dried up yet？ 对于 PCT 来说，像俄勒冈六七月份就完全，因为俄勒冈是太平洋山脊，它是一个火圈地貌，所以玄武岩它是没有这个地下水沉积的，就相当于是你要么就去池塘里挖水，就活水非常少，所以这是一个 big deal。 然后天气的话，其实现在在每一个补给差不多4到6天你能够看到非常靠谱的天气预报。对，就像我们当时走 CR 的时候，那个第六天的天气精确到点10:30我们就知道会下雨，它就真的10:30那个云就飘过来了。Oregon 和 PCT 最美的 Oregon 最美的绝对是 Jefferson Park， Jefferson， 对对 PCT 那一段 Jefferson。 然后PCT 哪几段最美？就是 JMT 那几段，就 John Muir Trail， 如果您特别有兴趣，我写了6段短途的精确到点儿的，在穷游锦囊，穷游穷苦的游，有穷游锦囊张东亚，然后免费下载，就注册个穷游账号就行，里面有第15页到第35页都是不重要的阶段，然后从35页之后大家请开始看。对，然后想到放弃的时候，在 PCT 上我一个特别喜欢的也不算大叔吧，然后他跟我说不能跟你一起走了，那时候觉得哎呀我走 PCT 有什么意思呀。然后AT 上后半段都想天天在想放弃。放弃为什么不放弃？因为放弃
不是太难，是因为它 logistically 太难。你要怎么放弃？先得买机票，对吧？你得从这儿下去，对吧？你下去之后是哪个城镇了？你就是你不知道你从这个地方正好出去是哪个城镇。你 maybe 打算你有信号查一下，知道 OK 你住哪儿，然后你住哪儿，然后你在酒店里住了两天，哎呀，我又想回去走了。然后你还得买，对，还得买机票，还得跟周围人说，哎，我这个结束了。这个对我来说是最大的考验，因为我每次都是在各个地方，在网站、公众号，就是很多人都在知道我在走，所以这个是无法推。最初的一条一个坑，不是我不想放弃，是无法想过，一定想过，能说这个事不回答。然后 pace 有一个 push and pull effect， 就是说，push and pull 是怎么回事？两个人去走，两个人心照不宣，前面的一个人在拉后面的一个人，就是他把后面一个人拉快，后面的一个人在 push 前面的一个人，就前面说，哎，我一定不能被后面的人赶上，所以前面的人会加快，所以你们会成为一种叫做积雪效应的东西，就是两个速度不太一样的人一起走，一定会一加一大于二，一定会走出比两个人的速度还要快的一种速度，所以很多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对，然后至于就别带家人去走。这个对吧，就是刚才说为什么要等别人，就别带能够等的人，需要被你等的人都被过滤掉了，或者是早就在你背后了，所以现在能够跟你一起走的，一定就是能在步道上能够跟你一起走的，一定是你们速度相当的，臭味相投的，然后不会打架的。对，然后一个人的 start 这个事情就是怎么遇到的，就是没有这种什么兴趣小组说，哎，这个也跟指腹为婚差不多，都是从来不认识。像我在 CDC 上那三个跟我一起徒步的哥们儿，他们三个就是最后一波出发的，只有四个人，那一天5月16号就没有比他们更晚的了。然后那四个人当中两两互相不认识，他们就从第一天走到了最后一天，就是你就一个词的起点是吗？起点是，对对，就起点是一样的，只有这个是一样的。所以所以我奶爸就跟我说过，他说张东亚，那个 Carlos 不跟你走了，别伤心。你看我们所有的 hikers 不都是一个 pre-selected pool of like-minded people， 就说他已经是不用参加非诚勿扰，他就直接出来就直接给你过滤掉了，就是来走的人一定都是跟你很像的人，其实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你们可能背景文化，就是他确实白人怎么怎么样，这个不一样，但是深层有一些东西对会比较像，所以不会有太大的差距。不会去了，那我们就在这里结束。那个，我再问一个问题好吗？你刚才提到那个 permit 是怎么回事？哦，这个 permit 特别重要，特别重要。PCT 现在特别难抢 permit， 因为16年开始，就从老杨那年要，南边每从徒步季3到5月，每天南边起点限制50个人，仅限南边起点，也就是说你不从起点出发，你从起点第二天那个地方出发，你是不需要，去抢这个 permit 的，但是你需要 permit， 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要你徒步的距离超过500英里，你就要去申请一个叫 long distance permit 的东西，只有 PCT 需要 ，AT。什么都不需要，就真的就你就干嘛的，就他就是为了统计他有哦，你过来生态，大概有时候也是生态、那个、对，你这样出发人多的话，肯定把生态都破坏掉、而且不是，而且这个是限制的原因。Permit 最开始的原因是你沿途你会经过国家公园，你会经过7个国家公园，在 PCT， 你在国家公园你不用 backpacker permit， 你就直接 walk in， 想睡哪睡哪，对。对，所以有很多人去 game the system， 就是我好想走 John Muir Trail， 我就假装我是个 PCT thru hiker， 我去申请个 PCT 的签，那个好申请啊，因为 John Muir 特别难嘛，好多人申请不到，所以对，对。体验个在这儿行了，然后 AT 跟 CT 是不用的 ，AT 跟 CT 只是 National Park individual National Park individually 的申请。AT 只有2个国家公园，大岩山申请一次，然后仙乃渡申请一次，对，然后在 CT 黄石申请一次，冰川我忘了，冰川好像因为当时山火还是什么原因，我们没有申请还是怎么的，对，然后 PCT 这儿是最多的，你 PCT 还有萤火证，就它确定你会生火会灭火，然后还有这个叫做加拿大准入证。就是如果各位是在美国有合法居留身份的绿卡及以上的身份，你就直接可以 walk into Canada， 然后你回来的时候或者你在加拿大境内，你就拿一张纸跟他出示说，哎，我在加拿大是可以
但那个证特别好申请，不用经过加拿大移民局。嗯，然后还有什么证？反正就是 PT 在证比较困难。现在走 PT 最大的难点就是证，其实对，就如果你想走一条，从南边起点开始出发的，如果你是从北边那个起点开始出发，你不需要证，你就不需要那个抢那个五十人的证，不好意思，你需要证，就只要是五百以上就需要，但不用抢那个五十人的那个 slot ticket。对，从北边走的人少。北边它那个气候问题，北边的话，你像那个北边的话，你像那 North Cascade， 它的七月份还是大雪封山的，所以你要从北边走的话，你要从七月中旬开始走。走到十月份又开始写，然后走你去到你要在十月份之前更要做个 Sahara， 对，你做如果 Sahara 去南加州就没问题啊，南加州基本上是沙漠是不是啊？那你那个冬天走都没问题。温度比较短，它温度比较短一些，可能是人也比较少，走的一般都是从南到北。对，这个跟 community 有很大的原因。这个证要等多久才能拿到？哦，对，证的话一开放以后马上可以申请就很去。对，老师可以讲一下证，因为我。这真的话，有时候就是他有时候他说啊，我今年我什么时候我要开放的时候，你就马上去申请去。假设你一定要的 PC 从南到北的话，四月份是最难申请的，很多人都是从四月份出发，因为四月份南加州也不是很热。像我当时从五月份出发的话，那时候人就比较少了，因为五月份南加州的时候，像我第一天走的时候，温度就一百多度了。所以这个就是有时候就五月份出发的人就飞到五月中旬以后的人就基本上是很少了。所以那时候你要申请那个证的话，肯定没问题的。但是四月份，四月初到四月底吧，也是到五月上旬，这个是最难申请的，所以你要尽早。嗯，对，要抢现在那个很难申请。好，行，那接下来如果有问题就谢谢，感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主办方的支持，非常感谢张诺亚。然后我们有全程那个录影，所以我们所以张诺亚你 OK， 我们回头把它 post 在 YouTube 上。对，然后这个 slides 我们也会分享给大家，可能在微信群或者什么，我们那个 Intel 的，我们通过我们的 email list。 对，所以大家欢迎大家分享这么精彩的演说。对，还有点补充，因为我那个 slides 没什么干货，但如果想要看干货去下载全球锦囊，或者去知乎上听，我就做了两期知乎 live，但是 PCT 那一期干货特别特别特别多，所以建议大家去听那一期，如果想走 PCT。对，我觉得我讲什么都有点狗尾续貂，所以我正好很巧，非常巧，大概三五天前我读到那个杨柳松的《北方的空地》，所以呢，我就赶紧把他那个序给打印出来了，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知道说什么，我就借用一些他的话来讲好了。他就是说，对于荒原来讲，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其中的过客，那荒原不会因为任何人经过它而改变。那改变的只是我们的自信。他说荒原可以是一片无人区，它可以是一片花园，它也可以是每个人的内心。对，所以他就是说最后他就说希望每个人都找到自己内心自由的这个放逐之地。对，所以我想你讲到说他在那个北方的空地里虽然没有讲内心的感受，我觉得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其实不把个人视角放进去其实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每个人看东西都是通过自己的这个 filter， 其实我们只看到自己想看到，我们只听到想听到的，所以能够完全的放下自己，能够以一个纯净的那个这个眼睛不带任何 filter 的眼睛，对，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那然后我觉得在座的，比如说我也是有这个想法，但是呢，也许这辈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做到。就像那个张诺亚在那个 size 讲的，就是说走 PCT 就跟婚姻差不多，所以在座可能这十年的婚姻，有时候等于走了一场 PCT。大家在每天的生活，所以我们可以在每天的生活里都要，我们就是不管你人在哪里，即使我们是困在这个轮椅上，对不对？就像霍金一样，我们也不要放弃对自己内心的追逐，有这个求知欲，有这个好奇心，就算没有在路上，如果你上路了没有带心，你不走心，你就只是走路。所以我们可以不走路，但是我们一定要走心。哇！好，谢谢。这就是不走路的人也会说废话的好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